起只会那一扇窗，人生从这里起航，纵然星星之火也能绽放光芒，让思想之花遍地开放，释放青春的渴望，每天都有无穷力量，不畏再大风雨，挑战决心的自己，一起扑向心中梦想。先试一下音，大家能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吗？如果能的话，帮我在公屏上回复一个一，可以听见是吧？啊，我的头像应该比较清晰哈。那现在已经七点了，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了。那首先呢，我是大家的资料老师，我叫孔如玉。那接下来我们知道，资料分析的基础阶段一共是四次课，这四次课呀，都由我来和大家共同学习。那我希望能够通过我和大家共同的努力，能让大家把我们资料分析里边涉及到的基础的知识点都掌握得非常好。然后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争取资料分析这一部分达到满分。那你要知道，资料分析打满分其实它不是梦哈。然后借用刚才我们华图梦里边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什么话呢？叫做无畏再大风雨，挑战全新的自己。那我希望大家，刚才有的小伙伴也说了，说我数量可能从小到大我就不喜欢，然后可能数学这一块就比较差。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我们考试当中涉及到的，无论是数量关系还是资料分析这一块，它都没有那么的难。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考满分是梦，绝对不是的哈，不是梦。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竭尽自己的全力，争取在最开始复习的时候，我们相当于全面的去抓。那如果在最终考试之前，你发现有一些点我确实掌握的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它相的这样一个考察也不是特别常考的这样一类题，那这时候你在战略性的进行放弃才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就不要轻言放弃任何一分。我们要争取在相应的这样一个笔试当中分值高，那你面试是不是就更容易这个取得好成绩，对吧？那我们面试压力就小一些，那这是要跟大家说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整体看一下这节课主要的这样一个安排哈。那首先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每堂课的这样一个课堂安排，然后给大家讲课程安排是什么，相当于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次课会给大家讲哪些内容。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结合我们每次课的具体内容去进行针对性的预习。你要知道，预习过后再来听相应的课程，是不是效果才会更好？然后在讲完这两部分之后，我们再来进入到
今天正式的课程当中。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课堂安排，那仍然是按照主讲加助教的这种模式。那主讲是我，大家看到了助教老师已经陪大家聊天聊半天了，叫做涂小兔，对吧？那希望能够在我和助教的这样一个配合下，然后让大家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听课效果，对吧？满意度更高。那这是首先主讲加助教的这种模式。那资料其实我们是会分为理论的这样一个讲义，基础理论的讲义，就像大家现在拿到这个手里的，对吧？那我们基础课四次课都需要用这个讲义，大家一定要进行提前预习。那在基础课过后，是不是大家应该还拿到了我们题海讲义啊？其实题海到时候也是我给大家讲的哈。那题海讲义告诉大家如何去进行应用哈，先给大家渗透一些。在基础理论进行讲解过后，是不是相当于我基本资料分析当中常考的一些知识点我掌握了，知道它考察什么了。大家这时候不要着急去做题海的讲义，你要干什么？自己从头到尾，我把基础理论这样一个讲义从头到尾看一遍，看哪些我掌握的好，哪些掌握的不是特别的扎实，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再进行复习，对吧？再进行复习一遍。当你觉得我基础知识点都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这时候我再按照套题的这样一个做题模式去做题海讲义，这样的效果才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我做一套题相当于就废一套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每一套题哈，让它的作用都发挥到最大，一定是在我们基础掌握的很扎实的前提下再去做套题，才能达到我们熟练知识点然后提升速度的这样一个目的哈，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那接下来讲一下我们这个相应的课堂纪律哈。那我们这上面虽然写的是课后答疑，但是我习惯的是什么？我不喜欢我的学生无处答疑，所以除了课后答疑之外，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如果大家觉得在之前的这个课程当中有哪些内容我好像刚才没有听得特别懂，那在中间答疑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进行答疑。当然如果你觉得我掌握的确实不是特别的好的话，那大家注意，我是不是每一次课都会提前半个小时进入直播间，对吧？那那时候你也可以来直播间找我，我基本都会在，那那时候我们也可以进行沟通，包括我知识点呢哪块不懂，或者是我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些困扰是什么呀，你都可以和我进行说哈。这是我们相应的答疑，相当于课前课中课后是贯穿始终的。那我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踊跃的去提问啊，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把你心目当中所有的疑问解决，你才能把相应的知识点掌握的特别的好哈。那还要注意一点，是为了让大多数的这样一个同学能够更认真的去听课，更用心的去听课，那你有问题的话千万不要疯狂刷屏。如果我当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的话，那肯定是我要按照相应的这样一个课程安排哈，课程安排先给大家把知识点讲完，然后在恰当的时间再给你进行答疑，千万不要刷屏。然后我们希望小伙伴们能够相处的很融洽，然后也希望能在我的努力下让大家能够把我们资料分析所有的知识点都听懂哈。这是我们整个的课堂安排。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课程安排。那我们也说了，资料分析它整个是分成四次课哈。那四次课主要会给大家讲相的，每次课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课程内容。那在四次课结束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对于我们资料分析当中的套题有一定的这样的了解哈。那在具体的每节课讲什么内容之前呢，会给大家相当于老三样，给大家讲一下资料分析你要怎么学，或者是对于资料分析而言，你掌握了哪些大方面才能够做到在考试当中能够对待资料分析相应的题目游刃有余。那其实它主要是三步，哪三步啊？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读数一定要准。那如果读数要准的话，就需要注意在这节课给大家讲的相应的快速阅读的内容。那在那儿老师会给大家讲我如何对拿到手的这篇材料进行圈阅，是吧？圈阅重点有哪些？然后对相应的题目当中哪些重点我是要进行圈阅的，是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你要知道，资料分析有的时候不是说你不会做，而是你找不到准确的数据。那在这儿大家要注意，我们要求大家
拿到资料，先来阅读资料，圈阅材料，然后再进行做题。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小伙伴和你的做题方式不太一样，但我建议大家按照老师的这样一个方法去做，只有这样你才能避免跳入出题人的这样一个坑啊，避免跳入出题人的坑。这是第一个，读书要准，需要大家具备哪些啊？快速阅读要学好。那第二个，列师要快，相当于我读完相的材料，读完题目之后，我要快速的把我相的式子列出来。那在这儿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有两点要求。第一点要求是什么？应该是考点清晰，这是我们这节课在统计数据当中会给大家讲的相的内容，包括题型特征是什么，是吧？然后结合我对材料的了解，应该选择什么样相的公式去进行列式，这是这节课的重点。那当然你在列式的过程当中，我是要把相的数据全都抄下来吗？大家也会知道资料分析一大特点，数据长还复杂，那如果你都抄下来的话，相当于会比较耗时，所以你在列式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对数据进行处理。那究竟如何去处理呢？其实是会在速算技巧当中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哈。那其实主要的速算技巧会在明天的课程当中来给大家讲哈，如何去处理数据。当然处理数据它相当于是我们要结合选项，因为我们相的题目是不是都是选择题啊？所以大家明天晚上主要的内容就是如何结合选项对现在这个复杂的数据进行处理的问题哈。那列完式子之后，是不是就进入正题了？我要进行计算。那计算的话，大家注意一定要稳，而且我们争取快速的把答案选出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注意，我们仍然是要结合选项，不是说像我们之前似的，是吧？把式子列完了，然后我一顿除啊，然后竭尽自己的所能，我算了好几倍，然后结合选项看哪个比较接近它。一定注意，在你计算的过程当中，时刻要瞄眼我们的选项，是吧？我们适可而止，千万别算太多。那具体应该算到什么样呢？也是在我们相应的速算技巧当中会给大家讲的哈。那都是我们明天晚上的主要内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次课整体的安排。那今天晚上会给大家讲我们相的这个资料分析当中最为基础的，包括我们的统计术语呀，以及快速阅读，还有速算技巧当中第一小节的这一部分。那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那明晚大家知道我们说了是不是就要讲我们速算技巧当中主体的这个内容，而且除了主体内容之外，在明天晚上开始我们就要进入资料分析当中最为常考的题型的讲解了。大家不要觉得我前两节课啊，相当于式子会列了，然后速算技巧我也掌握了，后边具体题型其实老师讲不讲我都会做，不要这样认为。因为在具体题型讲解当中，老师还会给大家讲针对于这一类题目有哪些技巧和方法哈，所以每一次课都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如约而至，每一次直播课都要啊坚持听下来。如果一旦有事儿没有听到直播，录播一定要紧急的给它补上就好了。这是我们整体的课程安排，那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我们这样的安排及时做好预习，那预习过后再来听课效果才是最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我们这个课程的讲解当中，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章统计术语的内容。那第一对需要大家掌握的统计术语啊，它叫做限期和基期。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限期和基期它相应的概念，注意概念不是说要求大家去背，而是我们要通过相应的概念来找出判别限期和基期的一个方法。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说在资料当中作为对比参照的那个时期叫做基期，而相对于基期的时期呢，我们称之为限期。在这里大家会发现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对比参照，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那通过我们读取它相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如何去判断我们相应的限期和基期是谁呢？你看是不是叫做对比参照的那个时期是基期，就相当于它其实作为的是那个基准。那在这里老师要教给大家找限期和基期的方法。那我们一般在一句话当中
主要找哪些特征词，然后来判断献祭和祭器呢？不是出现了比较吗？所以我们找比字。那找出比字了之后，比前和比后究竟谁是献祭，谁是祭器呢？我们是不是一般说比后是作为那个基础那个基准，所以比后它是为基期，而比前呢是不是就是为限期，这叫做限期比基期怎样。所以大家注意，找限期和基期，判别限期和基期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比字，比后为基期，比前为限期。那当然在具体基期描述的具体数值啊，是不是就是基期量，那限期描述的具体数值啊，它就是限期量。那为了看大家掌握的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结合下边这三句话一起来看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回答问题哈。那首先第一句话说，小王八月份的工资比七月份高500元，那现在我问谁是那个限期，谁是那个基期啊？我们说找关键词比字，那比字出现了，好判断了，比后是不是应该为基期，比前为限期，所以在这句话当中，这个七月份它是不是就是基期，而我们八月份是不是就是限期啊，对吧？那这是我们第一句话。那当然在八月份和七月份分别对应的这样一个工资的情况，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限期量和基期量，这个没有什么说的，和老师讲的这样一个特征都是一样的。大家来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2017年粮食产量较2016年高2000吨，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谁是限期，谁是基期呢？在这里大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也没有比字啊，但是在这儿大家注意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较字，我们经常说比较比较吗？所以是不是比和较它都是属于同义的这样的意思啊？那好，那较和比既然有同等的含义的话，那是不是判别方法就是一样的，较后这个2016年它是不是就是为基期，而较前的这个2017年它是不是为限期就好，对吧？那具体的2017年和2016年粮食产量它是不是分别指代的就是限期量和基期量，对吧？这是我们第二句。接下来第三句，我读完之后希望大家能告诉谁是基期啊？我问的是谁是基期。他说1978年B 产值比2017年高100万，那这时候谁是基期，谁是限期呢？通过这句话，我们谁是基期，谁是限期，我们说了啊，首先找限期和基期主要找关键词，对吧？主要找关键词这个比字，那这时候我们说了比后应该为基期，所以对2017年它应该是那个基期，而我们1978年是不是就是为那个限期啊？大家掌握的啊，你看有是不是出现了说1978年它是那个基期，在这儿大家要注意为什么把第三句话放在这儿给大家讲呢？首先限期和基期它是不是一定要满足它相应的概念，基期人家说了就是那个作为对比参照的时期，那在第三句话里谁是那个参照物，谁是那个基准呢？是不应该是2017年的这样一个 B 产值啊？所以在这儿大家注意，按照我们相应的概念去判别啊，判别限期和基期的话，一定是找比和较字后面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为什么可可同学会说1978年是基期呢？因为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啊，我们所说的限期和基期在大部分考题当中可能都是限期是时间离我们比较近的，也就是这个2017年，基期就是往回追溯，是我们相应的1978年。但是你要看看什么，他是怎么问的，是谁比谁才可以哈？是谁比谁才可以，不出画面的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吧。然后呢没有画面，你要是能听见声音的话，先听声音，然后看我们相的 PPT 就可以了哈。我们回放当中应该是有我们相的画面的，其他小伙伴应该都没有卡哈。那第三句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按照我们相应的啊这样一个相应的这样一个概念去判定我们相应的限期和基期才是最准确的。所以第三句话在这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轻易按照时间的先后去判别谁是献祭和鸡息哈，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其实这三句话大家会发现，我们所谓的献祭和鸡息是不是指的都是时间呢？是吧？那除了时间以外，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所谓的献祭和鸡息它不仅局限于时期。那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说什么呀？说老师的年龄和我们助教老师的年龄相比啊，老师的年龄比助教老师的年龄，我也不太好意思哈，大三岁，这样说比较好。老师的年龄比助教老师的年龄大三岁。那这时候如果我问你，在这句话当中谁是献祭谁是鸡息，你如何去判别呢？首先这里边没有什么时间的词语，所以这里的献祭和鸡息肯定就不是相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如何判别呢？是不是仍然按照我们找比字啊？老师比助教，所以助教他应该是鸡息，老师是作为献祭的。所以通过这样四句话，希望大家能够明确这两点。第一点，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个概念去判定相应的献祭和鸡息，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时间离我们近了哈，这个17年它就是献祭，你一定要看好人家怎么问的哈。第二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们所谓的献祭和鸡息，它不仅仅局限于时间的概念，那其他的也可以。只要出现比较了，是不是比后就是鸡息，比前为献祭就可以了，这是要给大家讲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这样一个例题。首先来看一下例一，例一是这样说的，说在2017年的10月份，我国铁路旅客发送量是这么老多万人，然后说比去年同期增长 10.5%。 那现在问谁是献祭，谁为鸡息，谁是献祭量，鸡息量又是多少。那首先你看这里边，我们判定献祭和鸡息是不是找比字啊？我们说比前为献祭，比后为鸡息，献祭很好判定，是不是就是这个2017年的10月份，对吧？那谁是鸡息呢？在这儿大家要理解一下啥叫去年同期。去年同期它指的是去年相同的时期，那也就是说去年就是2016年呗，我们写在这儿哈。那去年就是2016年，相同时期是不是指的仍然是10月份？所以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哈，鸡息就是2016年的10月，这个你要知道。那献祭量是不是很好判定？就是17年10月份所描述的这个具体数值，这个27621万人，是不是它就是献祭量呢？那鸡息量是多少？鸡息量首先大家可以明确，它应该是2016年10月份的这个铁路旅客发送量。但是现在我如何去用已知的数据来表示它呢？在这儿大家要看哈，现在我们今天要大家记得第一对公式出现了。现在我们相当于在整个这个话当中已知了献祭量，还知道了一个增长 10.5%，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增长率。那如果我已知献祭量，已知增长率，如何去表示鸡息量呢？那应用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公式，鸡息量等于献祭量除以一加增长率啊，除以一加增长率。那相反，我们献祭量就是鸡息量乘以一加增长率就可以了。所以第一个啊，鸡息量应该写作27621，这是我们的献祭量。除以一加上增长率，是不是加上这个 10.5% 就可以了？公式一定要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例二这个例子哈，说2017年的12月，某市的粮食产量是 27.6 万吨，较上月下降 5%。 首先我们知道哈，那出现了较字和比是同等的待遇，那这时候我们判定献祭和鸡息的话，较前为献祭，较后为鸡息。那献祭就是这个2017年12月呗，那鸡息是谁呀？是不就是上月，就是上一个月，那就是2017年的11月，这个没有问题。那献祭量的话，是不就是我献祭时间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具体数值啊？那应该是多少啊？是不就是这个 27.6 万吨？那接下来你看，现在我仍然知道的是献祭量和下降 5%。 那这时候大家告诉我这个鸡息量，我知道反正应该带入的是献祭量除以一加增长率，
那这个机器量应该写作 27.6 除以一什么百分之五？大家告诉我，是一加百分之五还是一减百分之五啊？啊，大家非常棒哈，都会抢答了，是不是应该写作一减百分之五？在这儿稍微给大家渗透一下什么呀？对于我们所谓的这个公式当中的增长率而言，大家一定要注意，增长我们是不是可以表述成负增长啊？对吧？那负增长就相当于我们第一句话当中啊，增长 10.5% 相当于增长率大于人，就是正向的增长呗。但是在第二句话当中，他说较上月我是有所下降的。那如果我用较上月增长来进行表示的话，它是不是应该表示成较上月增长负的 5%？所以你在进行代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增长率它是需要考虑正负的，所以我们来代入这个负的百分之五就可以哈。那这是需要大家知道的哈，大家都非常棒哈，对，答的都对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对公式，大家一定要会，而且要注意增长率是有正有负的，在代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代入正负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谓的限期和基期相比都能比较出什么结果，它会比较出我们下一对统计术语，一个是增长量，一个是增长率。首先我们通过这俩名就知道肯定不是一个意思。那什么是增长量呢？那什么又是增长率呢？在这儿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所谓的增长量它指的就是限期和基期相比我增加的一个绝对的量。那什么又叫做绝对的量呢？就是二者我直接做差就可以哈。那所以为了便于大家去判定增长量题目的特征，老师在这给大家总结一下，它的题目一般特征都是这样的，说谁比谁增长量呢啊，增加什么呢？我们如何去判定呢？增加一个有单位的数值，那这时候我们知道它求的就是增长量。啥叫有单位的具体数值啊？假如我说2018年与17年相比啊，这个人口增加了多少万人，那这时候增加多少万人，这个万人是不是就是有单位的，对吧？那所以此时他问的就是增加的一个有单位的具体数值，那这时候他问的就是增长量。那相对而言增长率又是什么呢？率大家是不是知道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百分数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相的题目特征，谁比谁增加百分数吗？百分之多少？那如果题目是这样问的话，那我们知道它求的就是增长率。那要知道刚才我们所说增长量它是指限期和基期相比增加的一个绝对量，就是限期量和基期量，我简单做差就好哈，限期量减基期量。那增长率它增长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我限期和基期相比增加的一个相对的量，相对谁呀？相对于基期。所以通过刚才老师所表述的这两个相的这个概念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得到增长量和增长率它对应的两个公式哈，最为基础的增长量的第一个最为基础的公式就是它应该等于限期量减基期量。现在我用限和基分别代表限期量和基期量的意思哈。那限期与基期相比增加了一个绝对量，好，你俩简单做差就好。那增长率如何去进行表述呢？增长率它应该等于，我们说了，增长率指的是限期与基期相比增加了一个相对的量，相对于谁？相对于基期。所以它的公式是限期比基期增加了多少？增加了相对于基期的多少？所以它的公式应该是限期量减基期量，我除以基期量。那其实这个公式除了这种表述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表述。你看，限减基除以基，它是不是还可以写成限除以基，我减去一呀？其实就是一个推导的过程。那这个公式写在这儿，大家要注意，
一般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公式去进行计算增长率，但在后续给大家讲相应的题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在增长率比较当中会应用到这个式子，那是在具体题型当中才给大家讲的哈。在这儿你只需要记有这么个公式，但计算我不用哈。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增长率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公式吗？你看哈，限期量减机器量，这是什么？往上看它是不是增长量，所以它还有一个公式叫做增长量除以机器量，增长量除以机器量。那这个时候大家要知道，在考题当中它不会这么仁慈直接把机器量给你，它会给你啥呢？给你增长量和限期量。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增长量它肯定是在分子上啊。好，那增长量我们应该除以机器量啊，那如何用限期量和增长量表示机器量呢？是不是直接用我限期量减去增长量就可以了？那这就是我们增长率里边涉及到的所有公式哈，最为基本的增长率里边涉及到的所有公式。那接下来增长量就一个公式吗？在这儿大家注意，它还有其他的变形。来，我们观察谁？增长率是不是等于增长量除以机器量啊？那反之，我们增长量就等于啥呀？是不是应该等于机器量乘以增长率，对吧？来补充公式哈，机器量乘以增长率。注意，这个公式虽然不常用，但是要求大家进行记忆，万一考到了你别懵哈，别懵。那接下来除了这个式子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我们更为常用的增长量的求解公式吗？大家还记不记得机器量刚才的那个求解公式是啥来的？已知限期量和增长率让我来求机器量，它是不是可以表示成我限期量除以一加上增长率，对吧？那这个就是机器量，然后我再来乘以增长率，是不是就可以了？那这个公式大家注意哈，这个公式我们非常常用哈，是常用的一个公式，非常重要。虽然看似复杂，但在明天晚上的课程当中会给大家讲它相应的速算技巧，掌握好那个速算技巧，这个计算起来就老方便老容易了哈。所以这个公式大家知道，当然大家注意哈，为了避免有的小伙伴这个相应的可能基础稍微差一些，你要知道它其实写成另外一种形式也可以是啥呀？我把增长率乘在分子上是一个意思啊，所以以后大家不要觉得老师写出上面这个式子，老师你不对，你写的不是那个公式，其实它俩是一个意思哈，它俩是同等的这个意思就可以。这是我们增长量和增长率相应的题型特征以及相应的这样一个公式哈，糊涂了记公式就可以哈，一定要注意背公式哈。如果你觉得糊涂了，就背公式，硬背公式就可以。那通过我们相应的对材料的了解，哪个知道了啥？假如已知限期量和机器量，让我来求增长率的话，是不是用第一个公式就可以了？那如果已知限期量和增长量，让我来求增长率的话，那你用后边这个式子就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在我们这一节课里边，大部分都是这样需要大家记忆的。所以今天晚上回去大家一定要熟记这些公式，要不然在明天晚上结合我们相应的列式，再结合我们相应的速算技巧，你就更迷糊了。所以今晚一定要把今天讲的所有的题型特征和公式都给它背好才可以哈。如果基础不好，那就多下功夫哈。那这是我们增长量和增长率里边首先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例子哈，这两个例子。首先第一个例子说2016年某市的粮食产量是这些，17年粮食产量是250万吨。他说则与2016年相比啊，2017年的这个增长量是多少啊？很明确是吧，我也不用管什么增加一个有单位具体数值了，人家直接问的就是增长量。所以我知道了是与16年相比17年的增长量，所以这里边16年是不是为基期啊？和它比嘛，它为基期，17年为限期，所以我们相当于已知限期量，已知基期量，让我来求解增长量。哎，对，它的式子就是限期量减基期量，
就是250减200，是不是应该50？实际上它应该跟个单位，万吨，对吧？那接下来增长率是多少呢？你看现在我们刚才分析了已知限期量和机器量，让我来求增长率是多少，是不是应用我们相关公式啊？限期量减机器量除以机器量，或者结合我们前边这个空所求出的增长量，直接来表示这个增长率，是不是就可以了？增长率应该等于增长量除以机器量，增长量就是这个50啊，机器量是多少，是不是16年的这个200就成，那这个空应该写50除以200。那么问题来了，增幅为多少，这个增幅是什么意思？来大家看这里，在我们经常的这样一个资料分析的考试当中，或者我们日常见的那些统计报表当中啊，我们的增长率还有别名，它还叫增速或者增幅。所以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问增幅是多少啊，增速是多少啊，你知道它求的是增长率就可以。那也就是说增幅既然和增长率是一个意思，那这个空是不是直接写50除以200就好了，对吧？那这是我们例这几个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例二哈，一定注意记题型特征，背公式。例二这道题说2017年某企业完成产值是这些，16年是这些，那说则该企业2017年的产值比2016年增长了多少万元呢？我们来看，增长一个有单位的具体数值，它求的是什么呀？是不是增长量，对吧？我们讲的基因特征。那增长量现在我已知的是限期量和机器量，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直接二者做差，限期量减机器量就可以了？那限期量是不是就是17年对应的这个700万呢？那机器量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200？那算出来非常简单，就是500啊，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第一个空。那第二个空问增速为多少，我们刚才说了增速、增幅、增长率它仨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这时候直接求就可以了。还是前一个空求出了增长量，那我们现在还已知限期量和机器量，是不是实际上直接用增长量我去除以机器量就可以了？那应该这个空是500我除以200就成了啊，只列式不需要计算哈，这节课只需要列式就可以。这是我们第二这个空。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提示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个第二句话呀？第二句话是这样表述的，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增速较小的时候，例如我们说增长 8% 或者增长 20%， 增长 30%， 这时候我们一般用百分数来表示这个增长率啊，增长百分之多少。但是如果我们遇到增速较大的时候，例如啥呀，假如我说增长 300%， 增长 400%， 那这时候大家注意，通常我不这么进行表述啊。你像举个例子，增长 300%， 那如果我这么大个数不用百分数来表示的话，它会写成啥呢？它会写成增长 300%， 是不是就是3呢？那就是增长3倍。所以大家注意，在增速较大的时候啊，我们一般呢是不用百分数来表示的，而是写成增长多少倍。所以在这儿大家就会发现，那我们相应的增长率的题型特征是不是就要再补充一条了？除了我们所谓的这个增长百分之多少以外，那还有另外一种问法，它问的也是增长率，叫做谁比谁增长，或者叫做多多少倍哈，或者叫做多多少倍。那如果是这种问法的话，注意它也是增长率的相关问法。所以增长率在这儿大家记两种问法，谁比谁增长百分之多少，或谁比谁多多少倍，这都是问增长率哈。这是我们要给大家额外补充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一下这个例三这个例子，说2017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告诉了，说同比增长 11.9%， 然后呢说则2017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同比增加约多少元呢？我们知道增加一个有单位的具体数值，这是不是求的是增长量，
那在这里我们就有点蒙圈了，哎，同比是什么意思？那就意味着我现在肯定是要把17年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和一个数据进行比较，是不是得到的这个增长率。那反正我现在知道了，我不管你比的是哪个时间的这个相应数据吧，那我知道了17年上半年它是不是应该是为那个限期啊。那现在我们相当于已知的是限期量和增长率，让我来求增长量。那这时候我要用哪一个公式啊？是不是给大家最后补充的那个非常复杂的公式，用限期量2324乘以增长率 11.9%， 我再除以1加增长率，1加上 11.9%， 是不是就可以了？这就是这个空。所以通过这几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什么，结合我们材料当中给的这样一些已知的数据啊，然后我们再来判定它应该用哪一个公式，因为公式那么多，不可能哪个都适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每一个公式都给它记牢才可以啊。这道题大家一定要注意，老师如何去判定2017年上半年它是相应的限期来的？说17年的这个数同比增长 11.9%， 那相当于我肯定是要和另一个数比我增长的这个 11.9%，我管它另一个时期是啥时候呢，因为现在还没有讲嘛，那我只知道啊17年应该是在比前头的，所以它是不是就为限期，那我就可以判定出此时我已知限期量和增长率，让我来求解增长量，代入相应的公式即可哈。那这是我们这个例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对统计术语。大家记不记得刚才在增长率当中给大家讲了两个别名，一个叫做增幅，一个叫做增速。增幅的全名叫做增长幅度，所以在这儿你看增长幅度是不是增长率啊？那你看这里边所提到的变化幅度、涨跌幅度呢，它就是那个变化率。那由于你看变化可能变多可能变少，涨跌既考虑了涨又考虑了跌，所以在这儿大家注意，对于变化幅度和涨跌幅度，我们在进行比较大小的时候，是根本我不用管它相应的正负号的，只需要比较绝对值即可。注意，变化幅度、涨跌幅度比较大小的时候，不管你是正还是负，我只需要比较绝对值就可以。那其实这个大家就会想起刚才老师给大家讲的，增长率它好像不太一样。我们说增长率它有可能会出现负增长，所以在增长率代数的过程当中，正负号是不是要带进去？所以在这儿大家注意，既然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增长率的正负号我都得带进去，那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增长率的正负号我也是同样需要考虑的，那正数是不是一定是大于负数的？那好，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下边这两道例题来对比一下增长率和涨跌幅度、变化幅度比较时的这样的区别。首先例一，他给的材料是2017年告诉我小麦呀、稻谷啊、大豆啊、玉米啊、高粱啊，它分别相的什么，同比增长百分之多少，同比下降百分之多少，是不是相当于给我的都是增长率的数据。然后他说，则将该市这几种谷物产量按照2017年的同比增速，我从高到低来进行排序，顺序应该是什么样呢？首先大家注意，我现在要排的是谁的顺序啊？是不是增速的数据？那增速的数据是不是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考虑正负号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来，首先我们把这几种谷物的增速给它表示出来。首先小麦增长 8%， 那增速就是 8% 呗。稻谷增速是 25%， 大豆的增速是多少啊？这里边它的表述是下降了 18%， 那变成增速的话，它是不是就应该写成负的 18%， 相当于怎么样啊，把它那个负号给它还原了。接下来玉米的话啊是正的 2%，
高粱呢，同样它应该是负的 5%。 那实际上我是不是要比较的就是这几个数字的大小关系。首先正数大于负数，那最大的应该是谁呀？是不是就是这个 25% 哈？那为了写着方便，就不给大家写谷物具体的名称了。那首先 25% 它是最大的，那第二大的是谁呀？是不是正数里边排第二的是这个 8%？ 正数里边排最小的是不是应该是这个 2%？ 接下来正的排完之后，是不是要开始排负的？大家告诉我，负的 5% 和负的 18% 谁更大？负的 5% 和负的 18% 谁更大？这都是最为基础的内容。我们知道在负数当中，是不是负的后边这个数越小，它对应的应该是最大的啊？还有说18最大的呢？注意哈，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把整个数轴这样表示，这儿是0，这边是正的，这边是负的，你看负一是不是应该写在这儿？负二是不是应该写在这儿？那对于这个数轴来说，是不是越往右侧走，数应该越大呀？所以你看，是不是负一应该大于负二？那同样的道理，是不是负的这个5%就要大于负的18%呀？大家一定要注意哈，看来这个基础真是参差不齐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增速比较的过程当中需要考虑正负号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同样的材料，他问，则将该市这几种谷物产量按照什么呢？2017年的同比涨跌幅度我来进行排序，还是从高到低，顺序应该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变化幅度、涨跌幅度，它指的是变化率。比较的时候，我不管你是正还是负，反正我要看的是你相应的绝对值，然后我进行大小比较就可以。那首先大家看，绝对值最大的是谁呀？是不是明显是这个 25%？ 好， 25% 显示了，再来个绝对值，为的就是大家能够区分我们上下这两个情况。那接下来下一个绝对值最大的应该是谁呀？是不是负的 18% 取绝对值之后，它就成了 18%？ 好，那它排第二。那同样的道理，继续往下，是不是该 8% 了？再往下该谁了？是不是负的 5% 的绝对值？那最后是这个 2% 的绝对值。那通过这两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区分好，在增速比较的时候是需要看正负，而且正的是大于负的。那如果比较的是增长这个变化幅度和涨跌幅度的话，那我们不管正负，只看那个绝对值即可哈。那这是我们这两道例题。那在我们讲完相的这样一个像增长量啊、增长率啊，还有我们相的什么同这个相的这样一个变化幅度、涨跌幅度之后啊，来给大家讲我们刚才不理解的这个同比是啥。而且除了同比之外，还给大家讲一个环比。来，我们看哈，同比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概念说，与历史同期相比较。那一般我们在整个这样的资料分析当中，它所谓的这样一个同比，实际上它指的就是与去年的同一时期进行比较的意思，只不过它给你缩写成同比而已啊，与去年的相同数据时期与去年的同一时期进行比较。那啥叫环比？你可以这样理解，环一般我们说的是环环相扣，就一个连着一个的，那所以它指的是现在这个统计周期我和上一个统计周期进行比较，那也叫做与紧紧相邻的统计周期进行比较。啥叫统计周期啊？也就意味着如果我现在这个数据给的是现在多少啊？19年2月，我们给的是19年1月的话，那你说现在我是按啥统计的？是不是按月份来统计的？我看一下这个月的情况。那如果进行环比的话，我是不是找上一个月就可以了？那上一个月是啥时候啊？现在是19年，我们说的是1月嘛，那上一个月是不是就是2018年的12月？这叫环比，相当于往上追溯一个统计周期就可以，这是按月统计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按天啊、按季度啊、按年啊，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那接下来我们以下边这句话为例，来熟悉一下我们整个同比环比的这样的确定情况。首先这句话说的是2018年的第一季度 A 市的人均收入同比涨幅高达 10%， 涨幅不就是增幅吗？涨和增是不是一个意思？他说环比上涨是 1.7%， 那么2018年第一季度 A 市人均收入比谁上涨了 10%， 又比谁上涨了 1.7% 啊？首先我们知道 10% 它对应的是同比涨幅，同比和谁比？指与去年的同一时期进行比较。那去年是啥时候啊？是不是2017年？同一时期是啥时候啊？是不是仍然是第一季度啊？哎，仍然是第一季度。涨幅，对，我们刚才说了，涨不就是增吗？涨幅就是增幅的意思。增幅不就是增长率吗？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同义词的感觉哈，同义词的感觉。那这是我们第一个空。那第二个空，比谁上涨了 1.7% 呢？在这儿大家注意， 1.7% 它前面对应的是不是环比的关系？我们说啥叫环比？是不是与仅仅相邻的上一个统计周期进行比较？现在我是按啥统计的？是不是按季度统计的？那也就是说，我如果环比的话，是不是要往前追溯一个季度？那是谁呀？现在是18年的第一季度，往前一找，发现是不是找到了2017年的第四季度啊？2017年的第四季度，这就是我们这个空。那通过这个例题，希望大家能够熟悉我们同比和环比相的概念。为什么需要大家来区分这个呢？因为大家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时候出题人特别坏，他给你现期量和增长率让你来求基期量，结果他给了你两个增长率，一个是同比的，一个是环比的。那你说我究竟应该用哪一个增长率呢？我是不是就要结合材料当中已知的这个限期时间和问题当中已知的这样一个基期时间来看他们二者是同比还是环比的关系，然后我来选择相应的增长率才可以，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好同比和环比啊，一定要区分好同比和环比才可以。这是我们这一对统计术语。接下来继续往下，如果有混的话，一会儿在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问啊，因为我发现有的小伙伴确实他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学起来绕来绕去就容易绕迷话。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发展速度。其实发展速度它也是我限期和基期比完之后的一个成果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应的概念，说发展速度啊，它是反映某种社会现象发展程度的相对指标，它指的是限期发展水平与基期发展水平的这样之比。那其实通过它相的概念公式就很简单了，人家都告诉你了，是限期发展水平与基期发展水平之比，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发展速度相的公式叫做什么呀？限期量除以基期量嘛，限期发展水平与基期发展水平之比嘛，所以它的公式就是限期量除以基期量。那大家看，看到这个式子之后，你有没有回忆起什么东西？可刚讲完呢，我们说增长率还有一个公式是啥来的？增长率是不是有一个公式叫做限期除以基期减一，对吧？那你看我这个增长率和发展速度哪儿像啊？是不是发展速度减去这个一就是我的增长率？所以如果用增长率来表示发展速度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是一加上增长率啊，对吧？一加上增长率就可以。那这就是我们发展速度相应的公式，以及与我们前面那个增长率的这个统计术语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边这个例子，注意发展速度考的很少啊，发展速度考的很少，大家记住公式了解即可哈，知道这个术语就行。那他说
广东高速公路在2011年它实现通车里程是这些，然后说首次突破了5000大关，又说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5524公里。那2012年实现通车里程的同比发展速度为多少呢？那在这儿注意，一共就给了两数，或者你说同比相当于与历史上相同时期进行比较，就是去年的相同时期呗。现在我是12年，那是不是往前推一年找11年的就可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12年呢是限期量，11年呢是机器量，那现在我们给的就是限期量和机器量，是不是直接带入公式去求发展速度就可以了？那它应该是5524除以5049，是不是就成了？这就是这个发展速度它相当的情况。那在这儿老师要提示大家一嘴，你看它现在说的是进一步提高到5524，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2012年具体的量就是5524。那你说如果我要转变一个问法，转变一个表述，我说2012年进一步提高了5524，那你说此时它2012年的这个具体量还是这个5524吗？我说提高了5524，那还是5524吗？是不是就不是了？是不是在11年的基础上我提高了5524，那此时我在求解12年的时候，是不是它两者加和啊？所以大家注意，资料分析讲究的是什么？我一定要认真的去看每一个字，来确定它究竟给我的是什么数据，否则我就容易算错啊！大家非常关注一定要注意每个字我都要认真去看，这是我们发展速度相当这样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统计术语，叫做年均增长量啊，年均增长量。首先你看这个名字，是不是肯定就和增长量相关呢？只不过前面多了个年均而已。那首先对于这个统计术语而言，我们先把它相应的公式给你写这儿，又来公式了，一定要背好哈。那年均增长量它的公式是什么呢？它的公式长成这样，说末期量减初期量，然后我除以相差年数。末和初它分别指的是末期量和初期量，那相差年数等于啥呢？我在这儿还是给大家写一下吧，相差年数它等于的是末期时间，末期的那个时间那个年份减去初期的这个时间，初期的这样一个年份就可以了哈。那这是我们相应的年均增长量的公式，但是这个公式不难记，难在哪儿？难在初期量的确定上，因为难保大家在刷题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题，尤其是遇到谁呢？遇到我们江苏省的这个相关题目哈，那你做你肯定会做到相当于什么公务员题呀、事业单位题呀，你肯定都会去刷嘛。那你在刷到江苏省考这个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哈。那按照我们相应的时间表述形式，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它分别对应的初期确定的方式，只要你掌握了，那年均增长量的题目你做出来那就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首先前两种它是不是相当于时间段的啊，这样一个时间的表述形式？那如果你遇到时间段的表述形式的话，会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江苏考的题，第二种情况其他地方考的题。一般我们遇到这个题啊，肯定是没有江苏的，但是大家如果在平时做练习，尤其是在我们 APP 上进行刷题的时候，肯定会碰到江苏的题。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要知道怎么去做，要不然到时候你就有点蒙圈了哈。那首先如果遇到是我们常规的题目啊，其他地方考的题的话，那如果他问的是06到10年年均增量是多少的话，那在这儿大家注意，所谓的末期和初期，它指的就是我这个时间段的末尾的这个年份和时间段的开头的年份。那我们代入相应的公式，就应该是2010年对应的具体的量减2006年对应的具体的量，
然后我除以多少呢？是不是相差年数就应该是末期的时间减除期的时间，也就是10减去06应该除以4吧，对吧？这是我们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实在我要是稍微啊不好点，我刷题的时候真的就给我分配了一道江苏的题，而且还问年均增量的话，那这时候怎么办？注意，江苏题目当中有一个词叫做翻旧账啊，翻旧账，账应该是这个字哈。翻旧账是啥意思呢？它指的是我初期的时间需要往前追溯一个时期哈，初期的时间需要往前追溯一个时期。按照我们这个给的例子来说，如果是在江苏的考题当中，他说06到10年年均增量是啥样的呢？那我们知道啊，初期需要多往前追溯一个时期，所以它的初期应该变成2005年的，我需要找2005年的数据。那这时候我再代入到江的公式的话，它就写成这样了。末期没毛病，就是这个2010年。初期由于考虑了翻旧账，所以要写成啊找2005年的数据。然后呢，这时候我除以几呢？相差年数是由末期年份减初期年份，末期时间减初期时间来的，所以此时是不是应该用10减去05啊？那应该除以的就是5。有的小伙伴就会有疑问，老师，那为啥江苏就这么特殊呢？江苏为什么这么特殊？它所指的06到10，它实际上指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是06年初到10年末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你想，一般我们统计数据是不是都是年末来统计这个数据的，对吧？那所以你看，我06年初它对应的数据应该是谁的呀？是不是就是05年末所得到的那个数据？所以大家注意，它是需要考虑翻旧账，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如果你要理解不了，你硬记也是可以的。如果大家在 APP 上刷题，真的刷到江苏的题，你要会做哈。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种时间的表述形式。刚才我们说的是时间段的表述形式，那如果我遇到的题目是五年规划类的表述形式的话，那这时候我求解年均增量的话应该怎么求呢？他如果此时问说15规划期间呢，那年均增量应该是多少呢？那这时候末期和初期应该指的是谁呀？15规划期间它其实指的也是我们这个06年初一直到10年末整体的情况，所以注意五年规划类的啊时间表述形式来求解年均增量的题目，我们也是要考虑翻旧账的哈，也是要考虑翻旧账的。初期时间需要往前多追溯一个时期，那也就是说它需要考虑2005年的这样一个数据。那好，我们代入相应的公式，它会写成2010年的减2005年的，然后我再除以几呀？10减05除以5就可以了。那这三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记住，那基本我们年均增量里边涉及到的这样一些题目的这样一个题型啊都涵盖够了哈，都涵盖够了。注意翻旧账的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时间段当中江苏里边的考题，第二种情况就是五年规划类的这样一个时间表述形式来求年均增量的话，那我们需要考虑翻旧账啊，这大家记住。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年均增长量里边对应的这样一个题目。那材料给的是12到16年年末的这样一个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还有移动宽带用户数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白色的柱子是固定互联网的，黑色的柱子是移动啊宽带用户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吧，说从2012年到2016年啊是时间段吧，说移动宽带用户平均每年约增加多少万户。首先你看增加多少万户是不是增长量，而且平均每年是不是就是年均呢？所以这道题目我们知道了，求的是年均增长量。那年均增长量还是时间段的，第一种啊，我们现在讲的是不是军队文职相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一般我们遇到的都是不需要考虑翻旧账的，所以确定了啊，一般题目时间段年均增量，初期就是时间段的开头，末期就是时间段的结尾，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翻不翻旧账呢？我往下看了一下相关的材料，你给我的材料就给到了一二年的数据，翻旧账我需要考虑一年的你根本没有给我，所以我知道了那肯定是不需要考虑翻旧账的。这两种方式你用哪种都可以。那接下来我们确定了不需要考虑翻旧账，那直接带入相应的公式即可。问的是移动宽带是不是定为移动宽带的这个黑柱就可以了。那好，末期量是94075，初期量是12年的23280，然后我除以底下这个数是几呀？我应该除以相差年数应该是几呀？12到16，是不是末期时间16减初期时间12，是不是除以4就可以了，对吧？那其实对我们年均增长量相关的这个题目而言，大家你看，只要把我们讲的那三种情况给它区分好，其实很简单哈，很简单。这就是我们这道例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再来看有年均增长量，那肯定就有年均增长率。既然它俩的这个比较像，那么在确定初期量上的这样一个方式哈，初期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雷同的，和我们年均增长量的初期确定的方式是一样的，还是我们刚才分的那三种情况哈。初期要不要翻旧账啊？那大家结合我们前边讲的这个内容来具体复习就好。那首先我们记住年均增长率里面相关公式，末期量等于初期量乘以一加上年均增长率的 n 次幂。这个 n 次幂，这个 n 是啥呀？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相差的年数哈，只不过在这里我们用 n 来表示而已。而且你看下边这个式子不就是上边那个式子变形来的吗？所以你记上边那个就可以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边相关例题，说2013年某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多少万元？老师说了啊，13到16年年均增速是 10%， 问你啥呢？则2016年该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多少呢？首先大家注意，这里边给的是时间段的表述形式，而且还提到了年均增速，那我们最后求的16年它是不是对应的就是这个时间段的结尾，也就是末期量。那好，我现在求的是末期量，应该等于初期量乘以一加年均增速，或者叫做年均增长率的 n 次幂。那我们要看需不需要考虑翻旧账。第一种哈，哪也没标，没有特殊标明，那肯定就不是江苏的题。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干什么呀？需要哈，时间段不需要考虑翻旧账，我直接去代入公式去算就好了。第二种方式，老师你看时间段的开头是2013，翻旧账的话我不得找2012的数据吗？但是没有，所以这时候知道了不需要考虑翻旧账哈。那这是通过我们这俩例子来判定的。那接下来知道了初期就是100，末期是不是我们16年的，代入相应的公式，那初期量100乘以1加上年均增速是这个 10%， 多少次幂呢？在这儿大家注意，是不是末期时间减初期时间就可以了，应该是16减13，是不是3次幂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涉及到年均增长量和年均增长率相关题目的情况哈。别害怕，看 n 次幂不是让你开根号来求年均增长率，一般年均增长率的计算很少出现哈。那在这儿大家只需要知道我们相的这样一个式子哈，那知道初期量如何去进行确定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这俩一定要对应着记年均增长量和年均增长率。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对于这俩术语而言，难就难在我们初期量的确定上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统计术语，大家注意哈，注意听讲，第八个拉动增长率和第九个增长贡献率也是小伙伴们比较容易混淆的。首先他俩这个名长得就有那么一丁点像，其次他俩的公式有某一部分还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老师教大家如何去进行区分，如何去进行记忆。首先你看它叫做拉动增长率，
既然叫做增长率，那它肯定是增长率当中的一种。那我们知道增长率应该是有哪些公式可以求解呢？是不是其中有一个公式就是增长量除以机器量？所以大家在这儿记，拉动增长率它是增长率，它应该等于增长量除以机器量。只不过此时增长量和机器量来自于不同的部分而已。我们看这样的概念，说如果我 B 是 A 的一部分哈， B 在 A 这个整体当中，那问 B 拉动 A 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呢？那是不是相当于我这个部分拉动整体增长了多少，对吧？那此时我们知道它求的是拉动增长率。那拉动增长率用增长量除以机器量，增长量这个分子上对应的应该是谁的增长量？记住它对应的应该是那个部分的增长量啊，我部分拉动整体增长了多少呢？所以是部分的增长量除以整体的机器量。这个大家记住一块哈，部分除以整体，而且由于是增长率，所以是增长量除以机器量，你这样去记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边这个例子。下边这个例子当中给了2016年江苏规模以上光伏产业的总产值的情况，是吧？还给了比上年增长多少亿元，这不是增长量吗？然后说其中苏南、苏中、苏北地区规模以上光伏产业的产值分别增长啊，有增长量有增长率都给我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应的问题吧，说2016年啊，时间是一样的，说我这个苏南地区规模以上光伏产业产值对全省的拉动增长率为多少呢？知道了，多明显呢，求拉动增长率的，谁对谁的呀？苏南对全省，所以苏南是不是那个部分，全省是这个整体，而且求的是拉动增长率，所以是不是应该是增长量除以机器量？那好，对应到一起，那就应该是苏南这个部分的增长量除以全省这个整体的机器量就可以了。那苏南这个部分的增长量是多少啊？是不是直接给我了增长多少元？那就是这个76呗。那我除以全省的这个机器量如何去进行求解呢？我们来看一下，已知16年它的总产值是多少啊？ 2846.2， 说比上年增长 227.2 元，那你说它的机器量如何去进行求解呀？是不是现在相当于已知限期量，已知增长量，求解机器量的话，是不是二者做差就可以啊？那所以我们分母上应该写成 2846.2 减去 227.2 就可以哈，减去 227.2 就可以，这就是我们这道题哈。注意部分的增长量除以整体的机器量，为啥这样呢？因为它是增长率啊，所以是增长量除以机器量，而且我要看的是部分对整体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部分在分子上，整体在分母上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帮助大家记忆公式。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个统计术语。注意刚才说的是拉动增长率，现在说增长贡献率。为了便于帮助大家理解啊，老师举这样的例子。这不刚过完年吗？说老师一家三口一共抢了红包，抢了100块钱啊，仨人一共抢了100元钱。然后说老师呢手气不太好，我一共抢了多少啊？抢了10块钱。那现在我问说老师抢的这个红包对整体我们这个家庭抢的这个红包来说贡献率应该是多少啊？贡献了百分之多少，贡献率是多少啊？那是不是应该用我的抢的红包的价格这个10除以整个我们全家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红包价格100就可以了，对吧？那现在我求的是啥？是不是相当于红包的这个贡献率啊？是不是部分啊，红包的部分除以红包这个整体，对吧？那现在我说的是增长贡献率，那也就是说这个贡献的这样一个主体变了，不是红包了，变成啥了呢？变成了增长量。你看还是部分除以整体，不过由于它是增长贡献率，所以后边跟的都是
增长量而已。那现在我要看的是这个部分的增长量对整体的增长量的这个作用是啥样的呢？这就叫做增长贡献率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边这个例子，说2012年粮食产量是这些，比上年增加多少万吨啊，这是增长量。然后增产20%，这是不是相当于增长率啊，对吧？然后说其中夏粮啊、早稻啊、秋粮啊分别的情况告诉了。然后他问了说2012年时间和材料是一样的，那秋粮产量对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增长贡献率约为多少呢？那首先求增长贡献率，那肯定是由部分的增长量除以整体的增长量而得。那谁是部分，谁是整体呢？是不是秋粮应该是那个部分，而全年的这个粮食总产量它应该是那个整体。那我们来看一下秋粮对应的增长量应该是多少。那我们知道了啊，直接给是不是在这儿呢？秋粮1441。那全年粮食总产量它对应的增长量在哪呢？是不是也直接给了，说比上年增加多少万吨，那就是这个1836。所以我们用部分的增长量除以整体的增长量，1441除以1836就可以。那对于第八个和第九个统计术语，大家一定要做好区分啊，千万不要把公式给它记名了就可以哈，不要把公式记名了就可以。这是我们这两个统计术语。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一下下一个统计术语，叫做百分数与百分点。这个其实很好辨别，百分数我们常见嘛，是吧？它一般说什么20%啊、30%啊，一般它是由啥呢？是不是一个量除以另一个量而来的，是吧？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百分点呢？在这儿大家注意，百分点是啥呢？是百分数加减运算的单位。所以通过这句话我就知道什么呀，百分点是由百分数加减而来的。那一般在考试当中它的单位叫做个百分点。那在这儿大家记一句话，叫做百分点率加减。那这句话可以怎样理解呢？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我百分点是由率是不是就是百分数加减而来的。第二层含义什么呀？那如果我已知一个百分数还有这个百分数和另一个百分数之间相差的百分点的情况，我来求另一个百分数咋求啊？是不是在这个百分数的基础上加上或者减去那个百分点就可以了。所以这句话两层含义大家都可以掌握哈。那知道百分数是除法而来的，百分点是不是百分数加减而来的就可以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边像的这样一个例题，说2017年1到9月告诉我们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它实现的利润情况，以及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多少，这是不是相当于增长率啊？然后说增幅比1到8月回落 4.1 个百分点。那问的是2017年1到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率是多少呢？那现在我已知的是1到9月，你问我1到8月怎么来求呢？首先我们知道1到9月它的增长率是不是 9.1%。 后边还给了我说增幅，那这个增幅指的是谁呀？是不是指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增长率 9.1% 啊？那你看是不是同等事物进行比较我才能进行相的省略。所以你看说增幅比1到8月，比1到8月的啥呀？实际上它省略了增幅二字。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句话来求出1到8月的增幅，也就是1到8月的增长率啊？那如何求呢？肯定就是在 9.1% 的基础上要么加上要么减去这 4.1 个百分点吧。那是加还是减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现在是不是说1到9月比1到8月回落？啥叫回落了？是不是落就是落下来就是少了呗？那既然我1到9月比1到8月少了，那1到8月是不是应该多呀？那1到8月多，我是不是就应该在 9.1 的基础上加上这 4.1 啊？再来一遍，
说一到九月的增幅比一到八月回落了，回落了就是少了的意思。那既然你少了，那证明一到八月的就多呗，对不对？一到八月多，我就需要在 9.1 的基础上加上这 4.1 个百分点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百分点涉及到这个计算呢，不难，难在什么？你能否判断出我是加上还是减去这个百分点的问题，一定要自己整明白哈。那还要注意什么时候才能省略，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才能省略，主语一致的时候才能省略。你看增幅比一到八月，比一到八月的啥呀？增幅了，所以此时是不是才能省略，对吧？那这个大家注意即可。这是什么？百分数与百分点。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下一个统计术语叫做比重。比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相关的概念是比重是什么呀？是部分在整体当中所占的比例。那通过这个我们来总结一下比重的相关的特征词是什么呀？如果出现了占字，那我们知道它求的就是比重。那占字出现了，谁是部分谁是整体呢？注意，占前为部分，占后为整体。因为一般我们是不是说谁占谁的百分之多少，是不是就是这个部分占整体的百分之多少？所以注意，占前为部分，占后为整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比重里边涉及到的公式。最简单的比重是啥呀？不是部分在整体当中所占的比例吗？所以是部分量除以整体量。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那通过这个公式，实际上你还可以推导出另两个公式是什么呀？那你说我部分量可咋求啊？是不是直接用整体量我来乘以相应的比重就可以了，对吧？那同样的，我要求整体量呢，它应该是多少啊？是不是用部分量我来除以比重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比重里边涉及到的所有公式，很简单，注意题型特征，记住公式即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边这个题，说2017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比上年末增长多少啊？增长率告诉了，然后说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是这些，然后出现了占字，说占民用汽车保有量的 86%。 那问的是2017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是多少万辆呢？首先这里边大家注意，问民用汽车保有量，它出现在哪儿啊？它是不是出现在了占字的后面？占后是啥来的？我们刚才说了，占后是不是为整体？所以你现在求的就是整体量呗，求整体量是不是要用部分量来除以比重就可以了？那部分量是谁？就是占前所提到的这个私人汽车的保有量18695，对吧？我再除以相应的比重，就是这个 86% 就可以。这就是我们啊求整体量的占过程。大家一定要明确好如何去判断部分量和整体量，如何去判定这道题目它是比重的相关题目啊，应用什么公式啊，这些大家都要会。这是比重相关的这样一个术语哈。接下来继续往下，我们来看一下平均数。平均数和比重相应的这样一个记忆的重点都是一样的，第一个题型特征，第二个公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平均数的特征词有哪些。如果材料当中，如果我们问题当中出现了每呀、单位呀、均呀、平均呢，如果出现这些字眼，或者它有可能任意两个组合在一起，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它求的是平均数。那平均数它相应的公式是什么呢？应该长成这样，是总数除以总个数，总数除以总个数，或者我们说总数除以总份数，都是它哈。那为了便于大家更好的去列式啊，再给大家额外补充一个平均数的相应的公式。因为有好多小伙伴分不清这个总数和总个数对应的都是谁呀，那为了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来记这个公式，叫做后除以前。那么公式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老师这个后和前指的是啥呀？指的分别是相对位置靠后的那个量和相对位置靠前的那个量，啥意思呢？
通过下边这三个例子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说月均收入是多少，如何去列式呢？出现了均，这是不是求平均数？那我们说了，平均数是后除以前，谁在后？是不是收入在后？谁在前？月在前。所以这个平均数表示为收入除以具体的月份数就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人均 GDP， 那出现了均字，这是不是求平均数了？平均数等于后除以前，谁在后？是不是 GDP 在后？谁在前？人数在前。所以应该写成 GDP 我除以相应的人数就可以了。对吧，这是我们第二句。那第三句说每单位取水量中的后水量为多少呢？那这时候我们知道了，每出现了，单位也出现了，这是不是平均数的特征词啊？那平均数等于后除以前，谁在后啊？是不是后水量在后？所以那它应该写成后水量除以谁在前呢？是不是取水量在前？所以应该写成耗水量除以取水量就可以了。那通过这三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后除以前，这个后和前分别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相对位置靠后和相对位置靠前的这个量哈。那这是我们平均数，注意题型特征，记住公式，会列式就可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例题。首先例一说2017年某省已公布的六家钢铁板块公司，它的存货是985亿元。那说则平均每家钢铁板块公司的存货为多少亿元呢？出现了平均，出现了每，求平均数。平均数是后除以前，谁是相对位置靠后的那个量呢？我们来找，是不是存货在后？谁在前呢？是不是家在前？那所以应该是用存货这个985，我来除家，是不是除以6就可以了，对吧？那这是我们例一啊。那整体来说，你看一元一元，那是不是家家单位都是一样的？那什么也不需要考虑单位换算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例二。例二说2017年全国粮食的播种面积是多少万公顷，粮食的总产量是多少万吨。他说则2017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为多少？接下来我们看，出现了单位，是不是求平均数啊？平均数是后除以前，谁在后？谁在前呢？是不是产量在后，面积在前？所以我是不是用产量61791除以面积 11.22 就可以了。那这时候我们式子列完了，这个小伙伴就不乐意了，老师公式列完了，公式我会，然后数据我也能找到，但是你不觉得单位长得不太像吗？你看一个是万吨，一个是万公顷，他问的是吨每公顷啊。那这时候大家注意，你看万吨除以万公顷，万万约没了，是不是就是吨每公顷？而且这是什么情况啊？而且大家也会注意，我万公顷啊，万吨呢、啊、和吨和公顷之间单位换算，是不是只会影响我最终结果以小数点的情况往前移还是往后移的这个情况，根本不会影响我最终的数据的这样一个结果的情况。所以一般在我们后边给大家讲具体的速算技巧的时候，也会给大家讲，面对如此的情况，我单位啥时候需要换算，啥时候不需要换算，那是在我们明天晚上要给大家讲的。在这儿大家只需要记住一点，什么呢？会列式即可哈，会列式即可。单位换算如何去换，会不会影响我最终的结果，我要不要换，那其实是明天晚上给大家讲的哈，先不给大家说那么多哈，你们记不住哈。这是我们平均数相应的这样一个统计术语。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再讲一个乘数与翻番，然后我们就休息哈。然后休息的过程当中，大家再来进行提问，我给你们答疑哈。那乘数和翻番，注意这一对统计术语，它不是在我们做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资料分析当中最为重要的。但是你要注意，如果在综合分析当中出现与乘数和翻番相关的这样一个选项的话，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它一般指的是啥呀？都是错误的，一般是错误的，大概率是错误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是对的这样的情况哈，在这儿你简单知道一句，
常出现在综合分析当中，而且一般要是出现的话，这些选项它大概率都是错的。那在我们最后一节课给大家讲综合分析箱的做题策略的时候，还会给大家拿出来说的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啥是乘数。乘数它表示的是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十分之几，然后说几乘呢相当于十分之几。那我们来看一下乘数它对应的这样一个例题啊，说三乘表示十分之三，那大家告诉我十分之三是百分之多少呢？十分之三变成百分之多少，是不是相当于上下同时乘以十，所以它是不是百分之三十啊？那同样的道理，说一乘表示十分之一，那它是百分之多少啊？是不是就是百分之十啊？这就是乘数，你要知道它指的是啊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十分之几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翻番，翻番来了，说翻一番的话指变为原来的两倍，翻两番指变为原来的四倍，大家告诉我翻三番是变为原来的多少倍呢？翻三番变为原来的多少倍？一定要注意，我们所说的翻番是这样的哈，非常棒，应该是八倍，因为翻 n 番我们指的是变为原来的二的 n 次幂倍哈，二的 n 次幂倍。所以你看下边这个例子是不是答案就出来了？那你看说1980年它的产量是2500，说2010年我要达到产量翻三番的目标，我们知道翻三番是变为原来的二的三次幂倍，那产量会变为多少呢？是不是变为2500的二的三次幂倍，也就是2500乘以8，是不是列出这个式子就可以，对吧？要记住翻 n 番它指的是变为原来的二的 n 次幂倍，这个掌握就可以哈。那接下来时间是8:28，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再来回来讲下面这样的具体内容，也就是20点啊，写在这儿20:38回来继续上课。那接下来我们答一会儿疑，大家对于前边讲的这样一些统计术语有没有觉得哪一部分我好像掌握不是特别好，然后老师再给大家讲一下哈，哪一块觉得听得糊里糊涂的？一定要注意，这节课大部分内容都是讲题型特征相应的公式啊，拉动增长率是吧？来，首先拉动啊，拉动增长率在这儿，拉动增长率的公式老师给大家刚才讲的相的这样一个公式的记忆情况你懂没懂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底下是减。你看现在你告诉我限期量是谁，基期量是谁，限期量是谁，基期量是谁，我现在是不是要求的是底下这应该是整体的这样一个基期量，也就是这个全省江苏规模以上光伏产业总产值的基期量，是不是应该是求基期量的？那我现在已知的是什么数据？是不是16年的总产值，以及16年比上年增长多少亿元，是不是增长量？那现在相当于已知的是限期量和增长量，让我来求基期量，咋求？限期比基期增长了，限期比基期增长了还是一个正数，那说明限期比基期大，对不对？限期比基期大，我求基期是不是要在限期的基础上把多的那一部分给它减去才可以，这是第一种理解方式。第二种理解方式，你看增长量等于什么？增长量是不是应该等于限期量减基期量？来，把式子变一变，我现在是不是求基期量？那基期量挪到等号的左侧，也就是基期量等于啥呢？右侧的限期量不变，增长量挪到了等号的右侧，是不是要变成减去这个增长量啊？对吧？所以基期量应该等于的就是限期量减增长量，明白没亲子？现在懂没懂？因为我们要求的这个公式，代入的公式不是部分的增长量除以整体的基期量吗？我们求的是基期量。哎，好嘞。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刚才有小伙伴反映说脑瓜疼，说刚开始讲不会读题，拉动增长可以理解成往期增长贡献，可以理解成限期吗？你所说的往期是什么意思呢？往期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也不是往期，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仍然看的是16年的拉动增长率，是不是仍然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只不过你看增长率是不是看的是我现在这个增长量和基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对不对？增长量和基期相比它这个百分数是多少，所以我才需要把相应的分母往前追溯找基期量，对吧？你所说的这个往期和限期我没太理解你所说的这个含义是啥哈，没太理解这个含义是啥，你只需要记住公式就可以，它其实就是增长率就是增长量除以基期量的，基期的话就相当于用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个如果已知限期量和增长量往前推就可以了啊，你指的往期是这意思，就是我们分母上是往期的，然后增长贡献率相当于我们分母上是现在的，是这意思不小太阳啊？我现在好像稍微啊，那也可以哈，你这样理解可以，只要能帮助你记公式的都可以哈。不会读题，不会读题的这个问题怎么说呢？首先你题型特征是一定要理解的啊，题型特征你是一定要记住的，然后具体的如果你读不清说省略了谁缺了谁，那这样的话我就尽可能在下面的讲解当中尽量的把题目给你拆解好，让你来熟练这个过程，争取能做到你自己会读。因为啥情况呢？其实有好多小伙伴不会读题，他有可能是怎么说呢，言语理解方面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说其实资料分析要想学好的话，言语你也得好啊，都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不是说这个你读不懂题完全是言语理解的问题啊，那肯定还是有我的问题啊，我一定给你讲懂。负增长指下降吗？对呀，负增长指的就是下降啊。你像我们说现在一般是不是有的时候题目当中会出现说下降百分之十几，是吧？假如下降百分之十八，是不是刚才有一个就是啊，下降百分之十八，如果我用另外一种表述的话，我不是不是就可以说增长负的百分之十八，这是不是就是负增长？负增长的话它是不是就指的是下降，有贡献增长率没有哈？没有贡献增长率，增长贡献率，它其实全名应该是增长量的贡献率，增长量的贡献率。所以你看是不是增长量除以增长量只不过是部分的增长量除以整体的增长量而已，增长贡献率可别自己造词啊，整出来的贡献增长率那叫做拉动增长率。敲字到问答上来，你能看到吗？问答在哪儿啊？啊，我看不到那个问答，你最好打在公屏上啊，打在公屏上，打在公屏上比较好，因为我一般我都是看公屏的啊。对，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基础不是特别好，再回去复习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如果你找不到我，因为我们一共就四次课嘛，找不到我没有人给你答疑的话，你可以去我微博上去找我，我微博你搜我名字就可以啊，搜我名字就可以，头像就是我的照片，所以应该是很好人的哈。如何当第一？你问了什么问题，你可以把它复制到我们公屏上回来给你答。你这个名挺好，如何当第一，如何拿满分，如何进面，如何成功，拉动增长率，对，考的不多，考的不多。年初增长量相差年份，如果没有告诉2012年年初数，你这个打的我有点，年初增长量是什么？那是年均增长量的相差年数。如果没有告诉2012年年初数，年初数是什么？你这个打的我没太看懂。如果告诉2012年本年年初数，2011年期末的这个数，就用相差年数减一。不，你要看什么？看它是哪儿的考题。
看它是哪儿的考题，因为我们给的这两个例题刚好是我们的年，就是刚开始那个时间段的开头，就是我们数据的开始，再往前没有数据了。但是你要注意，我们有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图啊，它会很长，会给你好多年的数据。如果他只问你其中某一段他相的年均增长量的话，你要结合他是哪儿的考题，他要结合哪儿的考题。如果你平时刷题的话，很有可能刷到江苏的题，如果是江苏的题的话，你要考虑翻旧账。如果是其他地方的题，它时间要不是那种时间段的表述方式，是五年规划的话，才能进行这样一个翻旧账。如果要是时间段的其他地方的考题的话，那你就不需要翻，不需要翻。App 上刷题挺好的，对，变化率是看绝对值，因为我们说变化有可能变多，有可能变少，所以它其实看的就是整体的这样一个浮动的情况，就是看的那个绝对值，对，变化率看的就是绝对值。怎么样才能做好资料分析？首先，资料分析当中，知识点，你像今天晚上讲的公式，你得会吧？题型特征，你得会吧？以后每节课给大家讲的相的像速算技巧。以及针对每一个题型哈，每一个题型当中涉及到的方法和技巧，你是不是得掌握？在掌握了这些之后，是不是你要会读材料，对材料进行这个相的这样一个圈阅？然后呢，圈阅完之后，你理解材料了，我还能列式了，我还能做对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刷题了？刷题的过程当中是干啥呢？熟练技巧提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做资料分析，基础扎实很重要。而且一定要多刷题，哎，对，在华图在线 APP 上刷题就可以哈，在 APP 上刷题就可以。像我们相应的公务员的题目啊，或者事业单位的题目啊，大家都可以做，大家都可以做。其实都是类似的题型，都是类似的题型。是不是到时间了呀？对吧？到时间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了哈，8:28了。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多跟我进行这个交流。如果要是我们在课后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的话，那你也可以在课下去微博上找我，然后我也都会给大家答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什么问题一定要问出来，别憋着啊，你憋在自己的心里，你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一定这样一个解决，你还理解不了，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统计术语。这个统计术语是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对统计术语大家注意，考的不是特别的多，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重点的统计术语，但是对于这里边需要大家掌握哪些内容，大家还是要知道的啊。国内生产总值当中需要大家注意的，首先你要知道它有一个英文名叫做 GDP 啊，那些我们可以课下研究啊，主要我们答疑的地方就是微博啊，主要答疑的地方就是微博。那我们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它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做 GDP， 你要知道。第二个，国内生产总值里你需要知道的是，它是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的。所以通过这句话你就知道国内生产总值它的公式是啥呀？第一产业增加值加第二产业增加值，哎，对，加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啊，很棒哈，助教老师给发出来已经。那这是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它相的公式。第三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词儿，增加值。增加值大家只需要记住，它就是一个专有名词，没有什么其他含义。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有好多小伙伴都把增加值和增长量混淆在一起。注意，增加值没有额外的意思，就跟我叫孔玉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代号，你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一个理解就可以。注意区分，它不是增长量就可以哈。这是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将需要大家记得这三点。国民生产总值的话，大家只需要看一下它相的概念，了解一下就可以哈，没有什么重点的这样一个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一下下一个。那这对统计术语，注意不是非常重要，但是需要大家了解。首先你要知道顺差和逆差，它描述的是谁和谁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注意顺差和逆差，它描述的是出口额和
进口额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在资料分析当中，给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同时，它一般还愿意给你进口量和出口量。如果你不知道顺差和逆差它描述的是谁和谁的关系，只知道是出口和进口的，那很容易就找到出口量和进口量上。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注意，顺差和逆差它看的是进出口额之间的关系。那什么是顺差呢？指的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的情况，这叫做顺差。那什么是逆差呢？就相反呗，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叫做逆差。那除此之外，需要大家记一个公式，什么呀？那如果我问顺差额是多少呢？顺差额它应该等于出口额减去进口额，减进口额。那逆差额呢？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对吧？逆差额它应该等于进口额减出口额。掌握好这个即可哈，这就是我们相应的顺差逆差需要大家掌握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说2017年1到11月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是这些，然后增长率告诉我们说其中出口多少亿美元，是不是相当于出口额呀？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说则2017年1到11月时间和材料是一致的，证明我直接用原来的数据就可以，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为多少啊？我们知道这里边给了逆差额，逆差额是不是在这儿呢？它应该等于进口额减去出口额。那你现在问我进口额，是不是直接用逆差额加上这个出口额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式子应该写成 464.5 加上677即可。这就是我们这道题哈，注意顺差和逆差它相的这样一个啊，它表示的是谁和谁的关系，然后怎么的是顺差，怎么的是逆差，以及顺差额逆差额它相的公式记住即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统计术语，这个统计术语指数我们遇到的也不是特别多，也不是非常重要，但是在这里要求大家掌握的内容我都已经标红了，叫做什么呀？一般我们假定基期的那个指数为100，这是第一个需要大家知道的。第二句需要大家知道的是，相应两期实际值的比应该等于相应两期指数的比。那这两句话需要大家记住，帮助大家理解，然后还需要大家知道指数为啥存在，来给大家举下面这个例子哈。指数跑的不多，为什么要存在？它有什么意义呢？来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我作为刚入职的这样一个人哈，然后这个领导跟我说了，说来吧小孔，你告诉我这个，帮我去查一查，说16年和17年分别的产值是多少，我大致我得看一下它相应的增长情况是啥，我得做到心中有数啊。然后我就去了，我说领导啊，我查完了，16年的产值是1835万，17年的产值是2165万。那你说你作为领导你会满意吗？首先拿到这俩数，你说你好意思拿着笔在我面前算吗？但是心算的话好像又有点难，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说明我工作做得不够到位。那接下来我转变一种形式哈，我在这工作了好几年，学会了一点东西。领导说了，来吧，你再去把16和17这两年相的这样的产值情况给我统计一下，然后我看一下它具体这个增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说好嘞领导。然后首先我列出这个表格，把16年和17年的产值放这儿，接下来我把产值转变成指数之后，领导就好看多了。首先转变成指数的话，我是不是要看17与16相比增长的情况，所以此时16年是不是应该为基期？那我们说一般指数啊，假定基期指数为100，那现期指数我也不能让领导自己算呢，我是不是得给算好才可以？那现期指数如何去进行计算，就应用到了我们第二句话，说相应两期实际值的比就等于相应两期指数的比。也就是说2165除以1835就应该等于我问号除以100。那我们来看一下
2165除以1835，这是多少啊？首位商一，1835，接下来这是0，这是3，这是3，是不是3300？下一位还是一啊，这是1835，接下来10减5，这是5，借一位这是6，然后这再借一位，这是不是4？那这是1，14650，我们知道下一位是不是应该非常接近于8呀？所以它大概就是118开头，所以填在问号里是不是就应该是118？因为我们假定的基期指数它是100嘛，那我们2165除以1835是不是就应该等于问号除以100？这是 1.18 乘100，问号是不是就是118？那我们把这个表格呈交给领导，领导看起来是不是就好多了啊？指数一个100，一个118，那我知道了，那17年以前的这个增长情况呀还不错啊，大概增长率是 18% 左右的样子，那这时候你来看是不是就好看多了。其实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两句话，假定基期为100，然后相应两期实际值的比就等于相应两期指数的比就可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一下下一个统计术语。那接下来的讲的恩格尔系数和下一个统计术语基尼系数需要大家注意什么呢？首先这两个系数考的就更少了，那需要大家明确它们相应的概念，知道它们描述衡量的是什么就可以。首先恩格尔系数啊，它指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这样一个百分比例，这是它相应的概念啊。它是衡量啥的呢？衡量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标。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比例一般越低呀，反映的是生活水平越高即可，简单了解即可，这是恩格尔系数。接下来基尼系数考的就更少了，那你要知道它指的是啊，衡量什么呀？国家或地区人民收入差距的这样一个常用指标，一般是介于0到1之间的。而如果基尼系数越大呀，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对于这两个系数而言，大家只需要简单的了解即可哈，考的非常的少。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一下最后的统计术语，五年规划。大家熟不熟？像在我们年均增长量啊，年均增长率那块，就是确定我们相应初期是谁的时候，是不是提到了这个词？那对于五年规划而言，大家需要记什么？只需要记三个五年规划它对应的时期即可，一个15-17，另外一个11-5，另外一个12-5，这三个时期它对应的时间的那一个年段，大家记住即可哈。15-01-05，11-05-06-10，12-05-11-15，记住这个即可哈，其他的根本就不用记哈，根本不用记，不考。135还没到呢，前面的根本就不可能涉及到那么老的数据了，所以大家注意记住这三个五年规划对应的那一个时间段就可以哈。这是我们五年规划这儿。那整体来说我们相应的统计术语就讲了这么多，重点呢有哪些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一定要掌握非常好的，像基期限期呀，增长量增长率啊，还有一定要明确同比和环比都是和谁比，然后比重和我们相应的平均数，注意掌握题型特征以及它相应的这样一个公式，然后相应的像乘数与翻番、顺差与逆差呀，这些简单了解即可。然后百分数与百分点要注意二者的这样一个区分。那下边只是简单了解的，像我们刚才提到三次产业，哪三次？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还有国内生产总值啊，两个系数啊，指数啊，以及五年规划，这些大家做到简单了解就可以。注意统计数这块大家需要掌握的是什么？一、题型特征要整理出来，二、相应的公式要整理出来，这样的话你背起来才会更加的容易。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个作业哈，第一个作业大家回去以后把统计术语当中所有涉及到的题型特征以及公式都要给它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部分的内容，给大家讲快速阅读。之前老师说了，资料分析做题啊是个大功夫，对，资料分析当中做题，拿到一篇材料以后，不是说先去看题目，而是什么？先去看材料。那除了看材料之外，我不是说细致板牙一个字一个字看，而是要大致浏览材料，
然后将材料当中重点的部分进行圈阅，然后在大致浏览完材料之后，接下来再阅读题目。而且阅读题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也要进行圈阅啊，一定要进行圈阅。圈阅完之后，我判定了它是什么题型，以及刚才我对材料的了解，知道它对应的这个数据在哪，我回到原文当中去定位数据，然后去列示即可，就是这样一个顺序。那大家知道，在我们西安的这样的资料分析当中，是不是常见的类型无非也就是纯文字的、纯表格的啊、纯图形的，是吧？图形有柱状折线的、有饼图的，是吧？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种叫做综合型的材料。综合型的材料就相当于把刚才那些材料杂糅在一起。那接下来老师要给大家讲的就是，针对于每一种材料，我重点关注哪些内容，重点圈阅哪些内容。来，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最为头疼的哈，文字型的材料需要圈阅哪些。首先文字型的材料大家圈阅的有如下，第一，时间要圈阅哈，材料时间要圈阅。第二，相应的关键词我要圈阅。什么叫做关键词？就是数据前面的文字性的这样一个描述。当然重复性的文字性的描述我不需要进行重复圈阅啊。接下来以这篇材料为例，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圈一下，你看老师都圈了哪些重点内容。首先时间要圈，材料讲的是16年的，那讲了什么呢？上来第一个数据前面讲的是境内民用航空机场，它是啥呀？个数。而且除了我们所谓的时间和关键词之外，大家还要额外注意进行圈阅的两个内容。第一个是站字，为什么呀？因为站字它是明显的比重的特征词，站字要圈。第二个就是如果有带括号的呀，带解释说明的部分呢，我也是需要进行重点阅读的。那接下来你看后边是不是有个括号说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也就是说我所谓的境内统计的这些东西是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那些机场的，对吧？那以下简称的都是境内机场。接下来第二段2016年，注意时间相同，不需要进行重复的圈阅。来，讲的是什么呢？我国境内机场的啥呀？完成的旅客吞吐量。所以我知道了这段文字是不是就讲旅客吞吐量，因为我们说了一般写材料啊，是不是都得讲究个什么总分总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那好，讲旅客吞吐量。接下来继续往下来看，他说分行线看相当于什么，是不是要开始分小类别了？分了哪些呢？首先有国内航线，而且大家看说期中怎么样，谁的期中啊？是不是前边国内航线的期中？说内地至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航线完成了多少，相当于国内航线当中的一小部分。有的小伙伴就说，老师不是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吗？我们所谓的境内机场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但不代表着我这些飞机不往出运，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底下都会涉及到内地至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它相的航线的情况，那这是不是属于我们境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们前后是不矛盾的。那除了我们国内航线之外，是不是还有国际航线相应的旅客吞吐量的情况？那这是我们第二段。第三段讲的是啥呢？说全年完成货油吞吐量的情况，所以啊，开始讲货油吞吐量了。讲了什么呢？大家看后边熟悉不这个结构，分航线看，分了哪些呢？国内以及其中内地至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际的，所以不需要重复圈阅，是不是和我们第二段相应的结构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哈，说全年完成飞机起降多少万架次，相当于这段讲的是飞机起降架次的情况，然后说其中讲了运输的架次是多少，然后还说分航线看，你会发现是不是又是国内以及其中内地至香港、澳门、台湾还有国际航线的情况，对吧？那这段我全这些就可以了。那最后一段讲的什么呢？仍然是2016年，
讲的是旅科村主任，我们发现他是不是相当于分区间进行统计了，分了哪些区间呢？第一个，1000万人次以上的告诉了我什么？一个是机场的数据，一个是完成旅客吞吐量占比的数据。那我们说出现占字了，是不是要进行圈阅？好，接下来除了1000万人次以上的，是不是还有200到1000的？是不是讲的也是机场个数还有占比，还有200万人次以下的机场个数以及占比，对吧？那这是我们相应每一段我们圈阅的重点内容，是吧？一些关键词重复的，我是不是没有进行重复圈阅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题目。李说2015年，大家注意，在读题的时候老师是不是说也需要进行圈阅？那如何去圈阅呢？首先时间也是一个关键之处，如果我们问题当中的时间和材料当中的时间不完全匹配，差一点都不行，那这时候我需要进行圈阅。材料已知16，你问我15，来吧，我看他问的是啥。说我国境内机场旅客吞吐量200万人次以下的机场有几个？那我们知道旅客吞吐量分区间统计的数据是不是在最后一段，所以我定位最后一段。那我们来看200万人次以下数据是不是在这里啊，最后这一部分。那我们已知的是16年机场有169个，较上年是不是就是15年了，对吧？那净增了这些，相当于已知的先期量、已知的增长量，让我来求机器量。那如何来表示呢？是不是用169减去啥呀？减去7，是不是就可以了，对吧？169减7即可，这就是我们相应的机场的个数。注意时间不一致要圈，根据问题当中的关键词定位我们相应的数据位置即可。这是我们第一。再来看第二，第二说2016年是不是相当于时间和材料是一致的？那如果时间和材料一致的话，我是不需要进行重复圈阅的。那好，我看问的是啥吧，说境内机场全年完成货邮吞吐量是多少？货邮吞吐量是不是定位第三段？那问的就是16年的货邮吞吐量，所以直接读数即可，是 1510.4 万吨，是不是就行？那这就是我们整体的包括阅读材料、圈阅材料、阅读题目、定位箱的这样一个数据判断题型之后的这样一个结果。其实整体来说很快，如果你熟练了，那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快的哈。那这就是我们文字材料需要大家圈阅的这样一部分，关键词、时间、占字、解释、说明的这一部分大家都需要进行圈阅。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哈，继续往下。不，你直接看题目会出现什么呢？直接看题目会出现，如果材料当中给了你比较像的两个词的话，比较像的两个词，你很容易定位错，很容易定位错。你看现在相当于我进行简单圈阅之后，我相当于看完题，我看的是谁？是不是看的是圈里的那个具体的情况，对吧？那如果你读题再去看材料的话，是不是相当于读完每一道题我都得从头到尾看一遍材料，是不是很费时，很费时，对吧？而且用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个圈阅法的话，会尽量避免什么？避免跳坑。因为一旦相似，在那种高压的情况下，你很容易就找错数据，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接下来我们看文字之后表格材料如何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读取材料、圈阅材料哈。那表格或者是图形，其实大家都说老师你都不用讲，我会看。那注意，老师要给大家讲表格和图形当中需要大家额外注意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对于表格材料而言，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它的表头，因为表头它一般会告诉我这个表格讲的是什么。第二个，我来看一下它相应的红图标目，我大致了解一下表里边都讲了啥，然后再去看题目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讲的是2016年6月份时间，给它圈出来了商品零售总额的部分数据。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应的横纵标目，我们发现数据啊有6月的，有1到6月的，对不对？那分别包括了以下这些指标，它对应的具体的量啊以及增长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问题，说2016年的1到6月份，那这里边首先要注意
材料当中既给了六月，又给了一到六月，为了啊，是不是相当于不完全匹配？为了提醒自己，我要行全月。如果只给了我一到六月，那我圈不圈都无所谓。但是由于你既有六月，又有一到六月，所以我给它圈出来。然后说啥呢？以下选项当中，商品零售同比增速最快的是谁呢？好，一到六月数据定位最后两列，问同比增速最快的定位最后一列。那选项当中找选项了吧？通讯器材在这里，石油及制品在这里，汽车在这儿，家用电器啊，家用电器在这儿，千万别画错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同比增速谁最快，是不是就找增长率最大的那一个就可以了？哪个增长率最大呀？是不是正的大于负的，而且正的里边最大的是谁呀？他对的应该是通讯器材，所以这道题是不是选 A 即可？对吧？那这就是我们表格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注意哪些？首先，表格的这样一个标题呀，然后横纵标目大概讲了什么内容啊？这些大家都需要注意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图形材料当中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图形材料其实和表格差不多，相应的数据都很明确。那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哪些呢？首先也是要看它图名的，对吧？看完图名之后，大致浏览横纵轴，然后看一下图例每一部分它代表的是什么即可。来，我们看这个图讲的是什么？2014年4月到2015年4月，然后说全国租赁贸易进出口总额及增速统计。那我们知道了，图里边肯定有两部分数据呗，一个是进出口总额的，一个是增速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横轴时间，纵轴对应的一个是总额的，一个是增速的。那我们来看柱，它是不是进出口总额的？折线是不是代表的是同比增速啊？好，那我们相应的材料大致浏览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吧，说2014年5月到2015年4月，在这儿注意，是不是出现了我问题的时间和材料时间不完全匹配？为点啥呀？因为材料给的是从4月开始的，你现在是不是只让我从5月开始看，所以给它圈出来，一定要注意哈，相当于大时间段当中的小时间段。接下来我们来看他问的是什么，说全国租赁贸易进出口总额及同比增速均高于上月的月份有几个呢？均高于上月的月份，啥叫均呢？是不是就都的意思？也就意味着进出口总额也得比上月高，我同比增速呢也得比上月高才可以。那你看开头是不是14年5月，那14年5月和谁比啊？是不是就和14年4月相比？所以相当于整个数据我都得看。那好，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月符合均高于呢？首先你看5月份是不是符合，因为柱比前面的柱高，折线还往上走，对不对？所以5月可以。那掌握好我们要看什么之后，是不是这道题就很好判断了？那我们来再看柱高于上一个柱的啊，7月份高，折线往上走，没毛病。接下来下一个是谁呀？9月份是不是也符合？继续往下走，这是下降下降，哎，上升了，14年12月折线往上走，同比增速也高于上一个月了。接下来继续往下来看，是不是15年2月柱往上走了，折线也往上走了，好，它符合。继续往下找，15年4月它是不是也是符合的？所以整体来说一共有6个对号，那就有6个月份是符合的，所以选6即可，对吧？这就是我们这道题，注意这里边他说均高于，所以我两个都得高于上个月，那我才能进行计数。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一下下一个啊。那下一个它其实是属于什么呀？属于饼图加上一小段话，是吧？那这一小段话讲的是2014年时间的圈吧，讲的是什么呢？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然后他说收入来源是如下图所示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图，说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而且它单位是元，也就是说具体的这个收入来源对应的这样一个收入是多少都告诉了，对吧？而且每一部分它代表的是哪一种收入来源很明确。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问题，说2014年时间和材料一致，那我不需要进行签约。然后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的占比为谁？你看占比占谁的比重啊，是不是那个大整体的比重？那谁是那个大整体啊？是不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为我们一般说在整体当中部分的占比是怎样的，对不对？那好，我现在确定了整体量和部分量，那我们代入相应的数据即可。经营净收入是不是在这儿呢？3732。整体量是不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67，那我们式子一列即可。那通过这个还希望大家掌握啥呢？这道题好在我饼图当中对应的所有部分它代表的含义是吧都给你了，但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出题人不一定这么仁慈，他有可能哈给你个饼图是吧，这边再给你个图例，然后写了一大堆像财产净收入啊、转移净收入啊、经营净收入啊、工资净收入分别是多少这个情况。那图画的好的话，区分比较明显的话，我好判定。那如果他这个图画的特别的模糊，我判定不了的话怎么办？在这儿老师给大家讲一下饼图当中每一部分如何去对应图例上的哈。注意应用在饼图画的不清晰，我真的判定不出它相应的这样一个啊对应的图例应该对应哪一部分的话，你用这个方法。什么方法？我从12点钟，假如把这个饼图当做一个表盘的话，我从12点钟方向开始，怎样呢？顺时针我依次扫过的部分，那它对应的就是图例每一部分。啥意思呢？你看12点钟方向开始，顺时针第一块扫过的是不是财产净收入，所以图例里边第一块写的就是财产。再往下扫第二块是不是转移，好，那图例里边第二个写的就转移。第三个是啥呀？经营啊，图例里边第三个就是经营。再往下最后一块就是工资性收入，那工资即可。注意饼图不清晰时如何去判断图例对应的是哪一部分呢？注意把它当做一个表盘，从12点钟方向开始，我顺时针依次扫过它对应的每一部分，就是我们饼图当中这个图例对应的每一部分即可啊。注意图不清晰时我们就这样去做就好了哈，这是对于我们图形材料当中需要大家注意的哈，饼图当中需要注意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综合材料，综合材料来有表格有文字，我们依次圈阅。文字里讲了啥呢？时间得圈2015年，先讲了全国共建立社会捐助工作站点慈善超市的这样一个个数是吧，他们仨一共建立了这么多，然后又讲了其中慈善超市单独给了一个，再往下又讲了什么呢？是不是提到了全年共接收社会捐赠款的情况，而且还告诉了说其中来自于民政部门接收的还有各类社会组织接收的这样一个捐款情况，然后还告诉我民政部门接收捐赠一倍的这样一个情况，这都是15年的数据。然后继续往下是不是又提到了一个新词，什么呀？困难群众受益的情况，还有什么呀？提到了一个社会服务领域的情况。那其实社会服务领域里边讲了哪些呢？大致扫过去，有人次，还有什么呀？多少小时，是不是就是时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表格当中讲了什么？注意，表格当中的时间是不太一样了，那我要圈。表格讲的是11到14年，什么呢？说社会捐赠款和社会捐赠一倍的情况，那搂一眼横纵标目发现不就是民政部门和社会组织接收的捐赠款以及民政部门他接收的捐赠一倍的情况吗？每一年呢，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题目，说下面哪一张图能正确反映11到15年民政部门接收捐赠一倍数量的变化。那好，11到15捐赠一倍，我们知道11到14的捐赠一倍在这里，15在哪里？在文段里。所以首先把15的给它找到，15的捐赠一倍是不是在这儿呢？对吧？那找到了数据，我们填表底下呗，4537。那好，
现在他让我看的是11到15这样一个捐赠易贝整体的变化情况，哪一个图符合。注意，对于这种有图有真相的题目，我们一般有什么样的技巧去解决呢？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找最高点或最低点的这样一个方法能否确定最终答案。像我们这道题，老爷，最高点应该出现在哪儿啊？最高点是不是出现在第二年，也就是第二个点上？那我们捞眼选项发现最高的那个点出现在第二年的是不是只有 A， 所以秒 A 走人即可。所以这道题除了大家要会阅读箱的材料之外，还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点，对于这种有图有真相的题目，一般我们可以优先找最大和最小的那个值，也就是最高和最低点来考虑能否最终确定或排除一些选项，如果实在不行再来看它整体的走势就可以。这是我们这道题啊，整体来说我们相应的每一种材料的阅读重点都跟大家说了，我们来整体总结一下哈。那其实无论相应的像我们文字呀、表格呀、图形啊，是不是时间都很重要？那文字的话是不是关键词是不是也很重要，对吧？那图形和表格比较好看，那就不额外跟大家说了。当然我们给大家找的这几个材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在这儿老师要额外跟大家强调一点，以后大家在阅读材料的时候，除了我们说时间很重要以外，大家还要注意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单位。那如果在我阅读材料文字、表格、图形这些材料的时候，发现有某一个单位好像跟其他不太一样，例如其他给的都是万人，你给了我一人，那这时候你就要引起注意，出题人很有可能在单位这就跟你玩点心思啊，花点心思给你设置一个陷阱。所以无论哪一种材料而言，都要搂眼单位。如果出现单位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哈，明显不同，容易在这出陷阱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圈出来，提醒自己哈，注意这个单位即可哈。那这是我们相应的阅读情况。大家可能会觉得刚开始接触我们这个快速阅读圈阅材料的话，你会觉得好麻烦，但如果你用起来用的时间长了，熟悉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对于你做资料分析而言，那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还会尽量减少你进入出题人坑的这样的情况。因为你看这里边我是不是注意了时间，是不是注意了单位，要比你先读题再去定位材料要好很多，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老师给大家介绍的一定是最好的哈，最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节课最后一小块内容，稍微给大家引申点我们速算技巧，而且是速算技巧当中最为简单的。那速算技巧这块其实会给大家按照什么来展开讲解呢？大家会发现在资料分析当中无非也就是加减乘除法运算的，那我们这节课先给大家讲在资料分析当中加减法运算当中可以应用的一些速算技巧。注意，加减法如果是在数量关系当中几十加几十的，那都不用我讲，你直接算口算心算是不是就能算出来。但是注意，资料分析的数据非常大非常复杂，如果你真的去精确计算的话，是不是考试的时候不用干别的了，对吧？所以注意要掌握好相应的技巧哈，掌握好相应的技巧。那对于加减法的速算技巧而言，它一共是有两种的。第一种叫做尾数法，那其实在后续大家在学习我们相应的数量关系的时候，其实老师有时候也会给大家提尾数法。那第二种方法叫做结尾法，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时候用尾数法，什么时候用结尾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应用的前提。那无论是尾数还是结尾，它都是应用在加减运算过程当中。那如果我们观察选项和材料的精确度是一致的话，那我们考虑优先使用尾数法。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叫做精确度？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精确度它其实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如果我搂了眼选项，发现选项的单位和材料一致，第一个层面。第二，我又看了一眼，发现选项咋的呢？
如果选项是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啊，几十点几几，几百点几几，然后我看一下箱的材料，发现材料当中的数据也是几十点几几，几百点几几，相当于也保留到了小数点后两位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优先计算尾数。而且如果选项再有一个特点，那我用尾数法那是非常好用的。什么特点？尾数各不相同。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不用客气，直接我们将各个加数的末一位，是不是它叫尾数啊，对吧？末一位进行加减运算，然后结合选项的尾数情况去判断哪个是正确的就可以。其实大家会发现，老师你说精确度一致，那不就是整个是精确计算的这样一个意思吗？对吧？注意，精确度一致两层含义，一单位一致，二保留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有效数字啊，是不是一致的？你看，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是吧？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材料和选项是一致的，那我们就优先考虑尾数法即可。那尾数法如何去应用呢？一会儿我们结合具体的题目再来给大家进行讲解。那接下来除了尾数法以外，还有一种就叫做结尾。什么时候考虑用结尾法呢？注意，那肯定就是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个选项和材料精确度不一样呗。粗略计算，要么单位不一致，要么我们相应的，假如材料当中给的数据是相应的这个小数点后两位，然后结果你选项当中给的数据都是取整的，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啊？是不是相当于精确度是不一致的？那我们要进行对数据结尾处理了。那如何结尾呢？在这儿大家记一下哈。一般我们所谓的结尾呢，截取前三位即可。小这个助教老师你先别发哈，你先别发。一般我们对于结尾来说，截取数据的前三位，那一般这样一个精确度完全是可以让我选出正确选项的。但是截取前三位它就有说道了。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12345加上2345加上12345 6，来你说我对它进行截取前三位，如果我不考虑其他，都截取前三位，它是不是变成了123加23，注意下一位的四舍五入，是不是相当于加上235，因为五入嘛进上去了，加上啊还是123。那你说这个结果我能选出正确的答案吗？我能选出正确的答案吗？盲目的进行截取前三位，你说我这个式子列的对吗？你自己看一看，就在我没讲相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你说前边是12345加2345加12345 6，我后边对它进行结尾处理后结成了123加235加123，你说我算出这个结果能对吗？错。为什么错？因为在我结尾的过程当中忽略了一个情况，这是几万，这是几千，这甚至于都是几十万了，是不是相当于各个加数它量级不一样，或者你们理解的这个数位的位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所以此时注意，我们所谓的结尾法它全名不叫结尾法，它叫啥？它叫这个，叫做结尾舍相同，重点在舍相同上，因为只有舍相同了才能证明我考虑到了它加数之间位数不一样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注意，结尾不是目的，重点在于后面舍相同的情况。那你说此时这三个数我截谁的前三位呢？大家注意，一般我们截取较长的那个数据，较大的那个数据的前三位，其他的加数我考虑舍相同即可，所以它是错的。正确的应该长成啥样呢？截取较大数据的前三位，好，那它就应该是123，其他考虑舍相同，相当于截取了六位数的前三位，是不是舍掉了它的后边的三位，那其他的我都舍掉后边的三位即可，所以就变成了12加上2再加上123，
这时候才是正确的。所以注意，在加减运算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应该叫做节位舍相同啊。粗略计算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节位舍相同。这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考虑对较大数据进行截取前三位，其他加数考虑舍相同即可。这是这种情况。那如果大家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发现啥呢？发现我选项之间差距特别的大，例如啥呢？首位数字各不相同，像一万多、两万多、三万多、四万多，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怎么变成二三五呢？变成二三五，那是我们第一种错误的情况。第一种错误的情况，相当于我都是从左向右截取前三位的，这种情况是错的。那我们正确的应该是啥？遇到加数位数不同的时候，先考虑截取最长啊最大的那个数据的前三位之后，来看我舍掉了哪位。你看，截取了最长的这个数据的前三位，是不是相当于把它的后三位这个四五六个位十位百位给它舍去了？那其他两个数我考虑舍相同，也舍掉它们相同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可以，舍掉的也是个位十位和百位的。所以二三四五舍掉个位十位和百位，它是不是就剩二了？那一二三四五舍掉个位十位百位，它是不是就剩一二了啊？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那个2345变成235的第一种情况，这是老师给大家解释的，单纯节位是错的，节位舍相同才是对的啊，是这个意思哈。那这就是我们相应的尾数法和节位法它应用的包括前提以及情况。那刚才我们说了哈，刚才不举个例子吗？说如果选项之间差距特别大，首位数字各不相同，一万多、两万多、三万多，然后四万多，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差的多大呢？彼此之间差将近一万呢，对不对？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如果选项之间差距大，那我们对数据进行从左向右截取前两位也是可以的。注意，前提是选项差距很大的时候，我们进行截取前两位，并考虑舍相同才是正确的啊。再来一遍，节位舍相同应用在什么情况下呢？粗略计算，选项和材料精确度不一致的时候考虑节位舍相同。截谁呀？一般呢，我们可以截取较长较大的那个数的，是吧？从左向右截取前三位。那其他的数怎么办呢？考虑舍相同即可，对吧？考虑舍相同即可，舍掉相同的数位。舍的话是不是要从后往前舍？截的话从前往后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分啊。那这是我们通常的情况下，但如果我观察了相应的选项差距非常大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对较长数据进行截取前两位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定是选项差距特别大，首位数字都各不相同，是吧？什么具体的情况才可以？对，具体的截几位还是要结合我们选项差距特别大，才能进行更为粗犷的这样一个截位，截前两位，一般保守截前三位即可哈。那这是我们加减法这样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结合几道小例题来熟练一下哈。来，首先先看材料再看题目，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过程。材料讲的是2014年1到9月不同目的入境外国人人数啊，单位都是外人，那没有什么好说的。那相当于介绍了这几种目的来的，而且是来自于各州的，什么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体的人数。然后问题是2014年1到9月，注意问题的时间和材料时间一致，那我不管它。再来说以会议商务为目的的入境外国人数应该是多少呢？会议商务在这里。入境外国人数是多少呢？是不是相当于将这一列数进行加和就成了？那加法运算我用什么方法呢？观察选项，万是不是就万人呢？万人万人，单位一致。那我们相应的这个表格当中的数据是不是都是保留到个位的？而是相当于保留到219，保留到这样的个位，对吧？41保留这样的个位。我们刨除相应的万人这个单位不看的话，是不是相当于都保留到这一位？然后我们相应的选项是不是也是一样？
那这时候符合我们选项和材料的精确度一致，是吧？那我们优先考虑尾数法，而且你看尾数3041各不相同，尾数法最为好用。那好，我们将所有数据的末一位这个尾数进行加和，9+1+9+0+5，那你告诉我它的尾数应该是多少？9+1尾数是不是变零了？9+5尾数是4，那所以最后应该以4结尾，以4结尾选择谁？是不是选择 C 选项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尾数应用的这样的情形。如果都用尾数法能解，那题是不是就太美好了，对吧？考试的时候你都能这个喜跳颜开，是吧？但是注意，不是所有的题目都这么美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下一题给的材料是2011年的一季度到2014年的一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的情况。那在这里我们发现它是分每一个季度来给我的相关数据，而且黑色的那个柱子它代表农村，白色的这个柱子代表城镇。好，相关的材料我都知道了，而且单位都是元，没有什么说的啊，没有什么额外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这样的题目吧，说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加了多少？首先大家回答我，13年同比增加了多少？同比和谁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增加了多少？最后单位有个元，他问的是什么？啊，问的是什么？12年3季度。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你说13年同比增加了多少，是不是要和12年比啊？好，那我确定了。那你说13年你现在是分季度给我的，那我如何看13年呢？是不是把各个季度给它加在一起就可以了？而且你问的是城镇居民呢，那现在通过相应的材料我们发现它其实相当于已知的是限期量和机器量，让我来求解增加一个有单位的具体数值是不是增长量啊？那我直接用限期量减机器量是不是就可以了？来，接下来我们来看限期量13年的还是城镇的，是不是看白柱就可以了？那一串数字进行加和，你看相应的选项多少？4000多、3000多、2000多、1000多，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大致的范围啊？是不是相当于估算？所以这道题我肯定是要应用解位属相同的方法。那如何去进行解位呢？4000多、3000多、2000多、1000多，是不是相当于差距还是挺大的？首位数字各不相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稍微粗犷一点解位？是不是对于数据进行截取前两位？而且大家会发现所有数据它都是几千的，所以是不是相当于都给它截前两位就可以了，对吧？相当于也是舍相同嘛。那接下来我们先把13年的表示一下，13年的四季度四舍五入截取前两位是不是68，三季度是65，二季度是62，一季度是74，啊，这是13的，然后减去12的即可。12的是多少？别找错数了啊，是61加上59加上57加上68，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一个列式啊？列式完了之后大家回答我，你难道真要把相应的括号里边加和之后再做差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其实很麻烦，那怎么做会简单一点呢？你看我可以用68减61，这儿是不是7，再加上65减59，这儿是多少啊？是不是6？再加上62减57，这儿是多少？是不是相当于加上5？再加上74减68，这儿是多少？是不是应该是6啊？是不是这样计算起来会更容易？是不是会更容易？对吧？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儿多少啊？7+6=13。13+5=18， 18+6这是24。那我们刚才相当于舍掉了后两位，截取了前两位，那相当于24开头的后边是不是应该补俩零？那就大概是2400呗，对不对？2400的话是不是2000多元？所以我选择 C 选项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节约指南童。当然大家注意，一定要注意计算过程当中的技巧性。你看，如果我把两位数两位数两位数四个两位数加在一起，和将两位数进行做差之后得到的个位数加在一起，哪一个更简单？是不是明显老师的这个操作会更简单一些？所以大家在考场上一定要注意做题要灵活哈，做题要灵活。这是我们例二这道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一下例三。例三材料给的是2010到2014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的情况，那在这里只给大家截取了一部分，因为这个表格老长了，给大家截取的是11、12、13、14分别的批发和零售业的期末商品库存和批发业自己的期末商品库存。接下来问题是，零售业期末商品库存额最多的年份是哪一年呢？首先你告诉我，已知批发和零售和批发，怎么来求零售业呢？如何来求零售业？是不二者一做差就可以了？那做差的话，我真的要精确计算吗？肯定不能啊，用尾数法也不行啊。万一一个是 100.3 一个是 99.5， 那通过尾数也判断不出谁大谁小啊。所以对于这种做差我还要进行比较大小的，一般我们用的是什么呀？是结位舍相同的方法。那结几位呀，也没有相应的 A 估算，也没有相应的选项具体数据来让我判定究竟是结前三位还是前两位。大家注意，一般比较类问题啊，比较类问题我们是截取数据前三位的，而且这里边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是几万的，那所以我们都对它进行截取前三位即可。那首先2011年它是不是就应该是多少？注意455应该是250-183，对吧？先不算。2012呢应该是290-213。2013呢324-233，对吧？那2014呢它应该是381-261。你看式子列完之后，你能不能够瞬间告诉我谁最多呀？谁最多？明显是不是只有我们 D 选项它的结果会大于100几万，对不对？结果大于100的只有它，其他都不到100，那所以明显 D 选项它这个值应该多呗，所以我是不是这道题选择四 D 即可。这道题希望大家注意，如果选项当中没有具体的让我能判断出是用尾数法还是进行结位舍相同，然后这样一个情况，那它是比较类问题的话，我们一般是考虑进行结位舍相同的。结几位呢？比较类问题一般我们截取数据的前三位即可，其他的如果有量级不同的话，我们来考虑舍相同就行。这就是我们加减法当中相应的速算技巧，其实很好操作，大家掌握即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加减法的小节。那加减法大家注意，一共就两种速算技巧，尾数法和结位法，就相当于一种估算嘛。那这两种方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应用的前提，尾数法它实际上就是精确计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选项与材料的精确度一致，那我们优先考虑尾数法。那结位法大家注意什么样呢？其实就是在粗略进行估算的时候考虑结位，结位并非重点，结位舍相同才是真理。所以大家要注意，尤其是对于加数之间量级不同位数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考虑舍相同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大家在结位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数据的45个的情况。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整体的这样一个内容哈，这节课整体的内容。那下节课也就是明天晚上会给大家讲什么呢？讲我们速算技巧剩下的所有内容，以及第四章具体题型当中的前两节，像我们相应的简单计算呢，还有限期量，大家一定要进行提前的预习哈。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内容。然后接下来大家对于我们后半部分这个课程讲解当中有没有哪块觉得有点模糊，掌握的不是特别好，你可以进行提问，老师给你进行答疑。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加减法其实是非常好掌握的哈，大家只需要观察我们相应的选项和材料数据之间的关系，然后来判定是用尾数法还是用我们相应的结位法就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位数一样结位，位数不一样舍相同，哎，对，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
对，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所谓的省相同，怕的就是家数位数不一样，我截取同样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肯定就是不对的。快速阅读第二个表格材料，第二表格材料，快速阅读的第二啊，表格材料，表格材料咋了？表格材料哪块有问题啊？它指的是表格当中讲的是既有六月份的这样一个数据，又有一到六月份的 IAA， 因为他问的是以下选项当中，所以对你得从选项着手。选项着手的话， 15.6 是啥呀？ 15.6 是家具啊，没有啊，对吧？以下选项当中，所以我要从选项着手。如果他说材料当中谁的同比增速最快，我再去看材料，而且你找完家具也没有相应的选项，对吧？题不可能出错，这是真题。对，进坑了。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对，选项当中增速最快和材料当中增速最快是不一样的。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不？今天晚上一定要注意哈，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多的是背诵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背诵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大家注意哈，除了我们今天晚上内容要复习以外，我们明天晚上的课程内容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进行预习。一看资料多还是不懂，一看资料多就读不懂材料呗，是不是读不懂材料？内数一样结位，它是这个意思。如果都是四位数，一二三四，二三四五，三四五六，这是不是相当于都是几千的数？是不是都是几千的数？几千的数的话，那我们说都对它进行截取前三位即可，因为它们位数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他说位数一样，我只关注截取前三位即可，这是第一个。他说的是位数不一样，舍相同怎么办？你看哈，一二三四五，二三四五，然后呢，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还是我们刚才那例子？那这就是属于家数之间位数不一样，位数不一样的怎么办？如果我只考虑截取前三位，那不就错了吗？所以这时候我们位数不同，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应该是舍相同。对于较长的数据进行截取前三位处理，那相当于舍掉了个位、十位和百位，那其他两个加数进行舍相同，舍掉后边的这三个数即可，就是这意思。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这意思。文字多就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文字多的话，你就会觉得他讲的内容多了，然后你找不到相应的这样的数据。那文字材料，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按照圈阅法去读，因为其实相当于在你圈阅的过程当中，把相应材料当中的数据进行归类了，相当于你像我们刚才这个文字型材料，你像这个材料圈阅第一段，是不是我们知道讲的是整体机场的个数？第二段圈了一个旅客吞吐量，所以如果题目当中涉及到旅客吞吐量还有它相应的分航线的情况下，我是不是找这就行了？第三段圈了一个货邮吞吐量，涉及到货邮吞吐量的是不是找这一段就可以了？那第四段圈的是飞机起降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涉及到飞机起降架次的，我去定位这段就好了。最后一段圈的是什么？虽然也有旅客吞吐量，但它实际上是按照什么来划分的？是按照不同的这样一个区间范围来分的，所以我们圈的是区间范围。而且我们知道在这段当中，它实际上只是将旅客吞吐量进行了一下分类，然后统计的是什么？分别的机场个数还有它相应的旅客吞吐量的占比情况。所以你看老师给你们讲圈阅法是为了什么？为了将我们材料，尤其是复杂的文字型材料进行归类。你在归完类之后，我们在看相应的题目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只需要我去浏览圈中的这样一些文字就可以了，然后去定位那一段找相应的数据即可，对吧？然后其他的这个数究竟是限期量啊，这个数究竟是机器量啊，还是这个数是增长量啊，还是这些或者是整体量、部分量啊，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在讲相应的统计术语的时候给大家描述过的，按照我们讲就可以。
间隙与基期如何来定判定，找比字和调字嘛，对不对？比前是不是就是限期，比后为基期。在这注意，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比后的基期省略，但是你只要判断出比前的这样一个情况是限期，另一个就是基期就好了，对不对？那这是我们限期和基期。部分和整体找占字嘛，占前为部分，占后为整体。那我们找到占字了，部分量和整体量是谁，你是不是也就判定好了？所以材料你要能读懂，第一个就是圈阅法你得掌握好，定位数据你得会。第二个就是材料当中相应的如何去判断我们相应的什么限期基期啊，对吧？或者是我们相应的什么增长量增长率啊，部分量整体量啊，这些都是我们前面统计术语给大家讲每一类题型特征当中讲的这样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这节课都是最基础的哈。统计术语如果你不懂的话，你读材料确实会很痛苦，因为你读完这句话你根本就判断出它给的是啥呀，是限期量呢还是基期量呢，给了个增长率，这增长率是同比的还是环比的呀，那我究竟用哪个呀，其实都是我们之前讲的基础内容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一定要多看哈，尤其说我遇到文字型材料真的不懂的话，那就完了，19种语言一定要注意哈。这节课的内容是基础，如果你要是基础不是特别的好的话，这节课一定要打好基础，至少我材料得读懂，式子我得会，公式我得背会，要不然后期你更没有办法学了哈。一定要把基础打牢，背熟公式，题型特征背好，圈阅法掌握好就可以，然后慢慢在后续做题的时候，你就是在不断的做题过程当中，除了熟练技巧以外，也相当于锻炼了自己读材料啊，这个读题目啊，辨别题型特征啊，熟练这个整个这样一个技巧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后续一定要多做题，多做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还有其他问题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了。然后大家还是那个问题，如果要是今天晚上有一个问题困扰你睡不着觉的话，你可以去微博上找我哈，我在微博上也会给大家答疑的。统计术语爱考的都有哪些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像基期、限期啊，增长量、增长率啊，比重啊，平均数啊，这些是爱考的。而且你像我们同比、环比，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一旦给你两个增长率，让你求基期量，你是不是也不会啊？所以同比、环比这些你也要掌握。哪些是最最不是特别重要的是谁呢？像那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啊，两的那个相的系数啊，什么基尼系数啊，还有恩格尔系数啊，还有什么相的这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其实大家记住那个时间段就可以哈。然后还有什么属于大家一般了解就可以的，像什么乘数翻番呢，你理解它相的含义就可以哈。所以其实需要大家记公式的那些很重要，那就不看了。你又忘了我刚开始上课之前怎么说来的，现在我们才刚开始学，如果现在你就放弃的话，那后边还咋整啊？后边你再遇到一些难啃的骨头我再扔点，然后有一些不常考的我再扔点。不常考不代表它真的就不考，一旦你放弃了今年考了，那你是不是就相当于傻了？而且它也没有特别难的东西，对，就是温州会简单一些，会简单一些。所以大家最基础的掌握好就可以哈。对，一点都不能放弃，对分数你一定要斤斤计较，一分都不行，你给我少一分我都不干。微博你搜我的名字就可以，搜我的名字就可以，我叫孔如玉，哎，你搜我的名字就可以，差不多。对，省考的话基本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类似啊，这个题型。对，数量里边你还有放弃的，所以资料一定要注意哈。那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课就上到这儿，然后大家要记得复习和预习，然后也早点休息啊，注意身体。那好，各位小伙伴，拜拜，拜拜。